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峰。哎，这期节目呢，我们有几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哎，上次电商节目啊，普遍非常受欢迎的嘉宾毛叔。啊、呃，大家好啊、嗯。还有张乐，嗨，大家好。还有舒淇，大家好。嗯，今天可能还有几个场外嘉宾会乱入啊。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前段时间，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都听说了，上海开了一家超市。这家超市呢叫什么？Costco 啊，中粉。 啊，中文叫开开市开开市客，好事多是什么？好事多啊？好事多是不是翻译过来的名字？来给大家讲一下，台湾那边的这个这个超市名字呀，英文叫 Costco，对吧？Costco 啊，Costco 对。然后呢，这个在国内呢，在在他没进到国内之前啊，大家都管它叫好事多。 对吧？不知道，<以>我知道 Costco、啊、叫好事多了 <laughs> 好，因为好事多它就是只是在台湾应该是有店，对,对，在台湾它就叫好事多，对<吧>，所以在大陆呢，大家也管它叫好事多，<对>但是呢，这家店呢，在上海开了第一家店，赶上开店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名字不叫好事多。 叫 Costco，<laughs>、嗯、叫开市客，对，开市客。为什么呢？是因为好事多这个名字被抢住了，被抢住了，嗯，被抢住了。嗯、对，然后呢，我看各种各样的企业啊，都抢住了这个。我查了一下，就从 Costco 这个名字查一下，有人注册了好事多，有人注册了 Costco 好事多，啊、呃，就是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都给他注册掉了。<laughs> 所以呢，现在就没办法了，他只能在中国改了一个名儿。 叫开市客，但是不不影响啊，咱们别管它叫什么，我们就知道它是这家呃美国的会员量贩制的超市，叫 Costco 是吧？嗯，呃，大家可以说说，你们都去过 Costco 吗？没有，路过过，在美国路过过，嗯、没有，<laughs> 都没去过哈，没回你们来干嘛？<laughs> 对，你们干嘛来了？<laughs> 不重要啊，不重要。为什么？<物>对，为什么说不重要？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聊到这个问题。我跟舒淇是去过的。 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去过两次。哎，对，反正每次去美国可能都要去，对，买点东西啊，因为我每次都租 r i b n b 嘛，一堆人，然后买点吃的什么比较方便。呃，我觉得我买还不是主要是在那边，是当时在美国的时候用的东西啊。可能海淘一部分回来就运回来，对，人肉背一背部分，比如说是以后在国内可能会用到的那些药啊、吃的呀、一些一些日用品啊什么的，我都会人肉背。嗯嗯，对。 哎，那舒淇，你说说吧，你在美国这个好事多的这个体验和感受。美国的好事多，<laughs> <laughs> 就是这是人家大本营嘛，对吧？嗯、我觉得咱们用美国的去对标，这个事很很好讲，就是人在美国什么样，那就是对吧？对原生就是什么样。<对>嗯，对，嗯，我我我一直不习惯叫好事多啊 c o s, 靠、嗯、<S 对，呃，我觉得我第一次刚进 Costco 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就是跟他们一就一进那个超市一比，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太。 我会觉得自个儿很渺小，很瘦小，啊、<laughs>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它那个货架，就是跟一般咱超市的货架不一样。嗯，咱们超市的货架可能顶多这个一一人多高，嗯，对吧？顶多是两两米高、嗯、这个样子。但是它那个货架，我觉得特别像宜家他们家提货区的那种感觉。哎，对，您、嗯、发现了吗？对，仓、就、库是这种对仓储式货架，嗯、它等等于说是整个一面墙上面是有编号的。 它是不是按那个什么生鲜什么的、嗯、这个号？它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对对，有对货架号。架号嗯、然后那货架号上面直接就是那个打包好的，就是就是都没有拆封的那种，就是一一大包一大包，大包嗯、就是上面还带木架子，嗯、然后上面还带那个包装皮儿一样，嗯、直接塞进去，那什么水呀、啊、食品啊都是那种，嗯、然后感觉像是从工厂直接发过来的。嗯，就是一个大木盘 对，oh. 就是应该算是直接是工厂发货，然后他们没并没有整货就直接塞到你的货架上，然后你拿的话你就拿。而且他那个每一个的那个东西也巨大，我记得就买那个薯片啊，咱们买那小就是大概正正常包装的那个就是大包装的薯片，嗯、那是最大的吧？对，就最能买到最大的就是薯片，嗯、但是他那边的薯片我觉得比那要大三倍，嗯。嗯 就麻袋这么大，大对，我是觉得他那些很多 <laughs> 很多的那个包装产品的包装是在外面没有见过这么大个儿。对，它好像应该后来我查，应该是直接跟厂商定制的，嗯，应该是特供的包装，嗯、就是只是家庭装。嗯、这个家庭装的话，是你在其他渠道其他渠道都买不到，嗯，就是巨大号。然后就比如说我去那儿想买一瓶可乐，人家不是不卖我的？你说最少买一箱。 一箱二十四瓶儿，哎，对，最少买这么多，是这种。呃，对，然后还不是说卖单个，很少卖单个。对，要么就是一大桶，要么就是一大包，要么就是一大箱。反正你要是，比如说，就我跟朱峰两个人，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吃不完的。嗯，我是觉得大部分东西的话，应该是跟别人 share 一下，就才能干掉。对，那种感觉。然后，然后第四可能就是人比较多。嗯，在在那种地方的话，我觉得。 就是在美国就算人多了，美国,美国那就算人多了，嗯、他那个大车小车，然后排一排，去别的超市应该就还好，就没有这么多人。嗯，但其实沃尔玛人也很多。嗯，这咱一会儿会比较。嗯、对沃沃尔玛，我很少去，是因为我觉得沃尔玛的东西人，就人看着不太安全。在那边的沃尔玛，感觉都是、嗯、都是那些墨西哥,哥人去。哦。你这开炮！ 又开地图炮，嗯，就是不是美国，呃，反反正我是觉得他确实是你他、嗯、的购物的人群，你能看出来是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不一样呢？嗯、我们俩去沃尔玛专门观察过，沃尔玛门口的那个牌子、出口、入口啊、厕所呀什么的，都是英文跟西班牙语啊，嗯，混混着的。然后来的人其实也很多，能看出来他们说的不是英文，嗯。 就是就是西蜴的人，对，一般的话都是很多墨西哥人或者他们那些，我觉得中产以下的那些人，然后他们都是零买嘛，就明显明显货品的摆放都是是是是小包装的。那边的话，一看就是类似于要么就中国人大包小包买一堆，要么就是他们家庭的，嗯，一看是不是给自己买，是给一家子买的东西，一个月的口量类似于这种，呃，一个月我觉得应该算不上，可能一两周，对，一两周，对，一个月呢就太夸张，了。运不走了，对。 嗯，第三是感觉就是美国人，反正开的车去买东西的话，都是开大车。嗯、第四、第五，开卡车去，就开卡车去。他们很少有人开那个小轿车，像咱们家的那种、嗯。就是一般就是搞个皮卡，我也 <laughs> 不至于说皮卡吧，但是怎么着也是个 SUV 啊。对。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嗯、那个停车场，咱之前说过，停车场都是那个满满的，然后需要扎进去。对。然后后来我还说，为什么要扎到车？扎着扎着就停车，就是因为。 每每个人可能都会买满满一车东西出来，嗯，然后比较利于去开你的后备箱，嗯，对，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哦。然后还有就是说，您只有会、嗯、必须得有会员卡才能进，哎，对这个跟国内应该是一样的，嗯，对，对，就是它是会员制嘛，咱可以理解成，就是你必须有会员卡你才能进，<对>而且呢，严格意义上来讲，你只能用会员卡给自己结账。 嗯，但是他们好像其实也不管，他也会问，说是你们就是一个一个家庭吗？对，是是分着结还是说一起结什么的？我们分着结也是 OK。但是分着结就就得保证，对，你就反正用这一个人卡吧。对，每次反正都要刷这卡，你才能结。对，然后你进门的时候也是得有卡才能进。嗯嗯，就是有一个大妈站在那儿，对对，他会看你的卡，对对对。其实我在我跟舒淇在美国呢，这几个超市都看了。 就是这几次吧，我觉得可能都没少去超市买东西，对吧？呃、我特别喜欢逛超市、嗯。对，其实最常见、的、嗯，最常去的几个超市啊，刚才说了，Costco 算一个，对吧？然后沃尔玛，沃尔玛，但是我们可能很少在里面买东西，就不会买这么多、嗯，不会买这么多，可能零碎儿，<能>我想想找个东西买一个，可能可能买点买晚饭，顶多就是、啊、哎，对对，就是小包装的。对，呃、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叫 CVS。 C V S 是他们那边的药店，对，算药店。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虽然是药店，但其实什么也都卖。而且呢，啊、关门比较晚。对，对，它有二十四小时的，有到十二点。对，作为我这种一般回来都会比较晚的人呢，就一般会选 C V S。如果实在没有了，可能才会考虑这个三一来问啊这些超市。对。 Seven Eleven 有点那什么了，就他们看 Seven Eleven 跟 CVS 的定位也不太一样，不太一样。CVS 高一点，高高专一点。对，七七幺幺那感觉旁边就有流浪汉了。对对对对对 c v s 也大，CVS 也多，但是也有小的，我也看也有小的哦，也有小的。我去的还都是比较大的。对，嗯。所以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咱们不说嗯 CVS 和七幺幺啊，我就说这个沃尔玛和这个 Costco 这个区别。 就是给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刚才舒淇也说了，就是他进去的人群就完全是两个 style。就你从他的就是穿着和他的这个、嗯、<对>举止、对打扮全不一样，嗯、对沟通的感觉不太一样，对,对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会发现他们更多的会买比较少的东西。嗯比，比如说少是，比如说呃牛肉，我可能只买一块儿。你说去 costco 的？ 去沃,啊、去沃尔玛的，对。哦、然后比如苹果水果，我可能只买一小袋儿、嗯。呃，对，反正我觉得他们买的话，应该是比如说现吃现买，现吃现买，就买当天的东西，<对>或者买买就是够可能一顿两顿的。对。但是你沃尔、嗯、那个 Costco 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买是买一箱一箱一箱的。对，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对。第二个呢，就是连那个超市的购物车都不一样吧，大。 沃尔玛的小一号，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c o 口那个比你还大，能装两个人进去。就沃尔玛那还可以带手提的那个。对对，还有提篮儿之类的，<对>就明显面向的不同的人群。<对>后来我数据分析这是为什么？我说了一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但是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在美国很多人是赚周薪的，这些周薪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周光族，你每周。 拿下来钱，我去采购，去买这一周的东西，和去 Costco 可能一下子要买一大家子、一一群人一到两周的这样一个东西，它要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虽然 Costco 我们知道，我还没提价格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 Costco 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讲要低一些，就是你算起来要低一些。沃尔玛呢，可能你买小包装就会贵一点，但是如果你连买那个大包装一大包的这个。 费用对于你来讲，到时候也一个压力，他自然就会选择沃尔玛。呃，我觉得他这个是有另外的一个生活习惯啊，嗯、就是他们可能不囤货。哎，你会发现，对，他就只是现吃现买，就买当天的。嗯，这个可能跟他们的消费习惯是有关系的。嗯、对，嗯嗯，就是不同的人群，他可能会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两个消费习惯的问题，对吧？ 然后，但是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 Costco，是吧？咱不是沃尔玛，不是别的超市，咱聊的也不是美国的超市业态。嗯、但是我觉得做这样一个比较，比较有利于后面我们把这个问题展开。嗯，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Costco 的这个这个模式其实跟沃尔玛完全就是不同。嗯、所以说它所面向的人群就不同。对。人人群不同，他们的消费习惯就不同。嗯。所以说，咱们其实应该是从 Costco 真正的这个特点。 它的竞争力，对对，辽企，对，他能知道说为什么他这么做，然后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为什么大家最近一直在研究它？对，嗯，好，那我就说吧，你觉得 c o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最新你去的特点？为什么你你不去别处，你要去 c o 嗯，首先它就是量大，嗯，量一个是量大，一个是它的呃，就是。 量大以后计算到单件商品，就是按克数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或者按个数来算的话，它的价格总价还是便宜呢？啊，不是总价便宜，就是单价还是便宜。就相当于你去一批发市场，哎，对，哎，你可以对吧？我批回来一堆，它就便宜，对对吧？就是那阵儿跟跟咱去大胡同买东西一样，对，动物园买东西一样。我觉得我去 Costco 感觉特别像在国内逛双十一，嗯，是那种感觉，嗯。比如说我一囤那个呃洗衣液，我囤一箱。 嗯，手指囤一箱，对，然后那个洗发水囤一箱，嗯嗯，嗯就就是你没什么东西的买的话，你也会拽点那么东西，然后一一用用一年，对，就那种感觉。嗯，我觉得 c o s 的话特别像是一个我每我每次去就是囤一堆便宜的量大的东西在家里带着用就行了、哎。这是你的感受，嗯，就是你觉得这是最吸引你的，对、嗯，你知道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吗？嗯，跟你不一样啊，我觉得他成功的治愈了我的选择障碍症。 就是每样的东西它就那一两个，给你选，没有更多的。沃尔玛光盐就两排柜子。呃，你是希望说是说是单品种类少，种类少，啊、就是你提前帮我选好了，我拿就行了嗯。嗯，那你没什么可选的。你看，我觉得猫叔他就不不一样。猫叔，你应该是有、嗯、你没没还有选择的，是 <laughs> <laughs> 吧？你猫叔，你是不是就会比较喜欢说它品类多一点，然后可以选一下？呃，我也不是完全这样。嗯 因为我跟你们的可能习惯不一样，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是重度依赖于猫超的，就是天猫超市，对，嗯，所以我们选起来比较简单。嗯，我就这么跟你说，就是那天咱聊完电商那期节目，我回去我就看了一下，我是不是在天猫超市买过东西？嗯、我告诉你，零，我也是零，嗯。 都在京东买了。我,我也不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个很正常的，就是每个人消费习惯就是这个范式是固定的。嗯，你一旦习惯于某个东西，嗯、它就一定是对对，它有一个定式哈。对定式，嗯、就哪怕别人告诉你这样可能是最划算的，嗯、但是你也可能也不太习惯于这样去买东西。对对嗯，对对对所以说你是某某一件商品，你在一个渠道买完了之后，你就会不停的在这个渠道复购。呃。 是这意思我为什么会选择猫超呢？有几个原因。嗯，第一呢，猫超的可以送货上门，而且一般是 T 加一嘛，第二天就可以送，嗯嗯、就对我来讲很方便。嗯。第二点呢，它的绝对价钱来讲也不高。嗯。它没有没有所谓的特别大包装，因为实际上大家大多数在一二线城市都是小家庭，嗯、你买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消化不了的。对、嗯。对吧？所以我们会尽量的会买一个适用于一周两周最多一个月的东西。嗯、那那那我可能。 Costco 或者或者是那个山姆会员店，对我来讲都不合适，嗯、因为量太大了。咱现在讨论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对、嗯，不是消费习惯的问题。嗯、我想问毛叔一个问题，嗯，就是你对，比如说一种盐。 就是盐这个东西，嗯，有十五种给你选，还是他就选好两种，你从二选一就行。一般第一次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会比较会反复的选，嗯，一般选好之后呢就会高复购买，对高复购，然后就不会再看别的了，就很少很少啊，很少很少。OK，张总呢？ 差不多吧，跟猫叔那边。嗯嗯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选择了这个决定了之后，其实很很少再会去选择其他的产品。对，但这个但是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是你自己完成的。对的，对的，对对吧？对，但是可能会去比，然后去看，然后去算。对对。但是去 Costco，我我觉得啊，嗯，还是那句话，最吸引我的价格咱不说，是吧？咱肯定便宜，这这个是公认的。 第二个吸引我的就是，我不用再去做那个比价和对比，尤其咱比如说在美国啊，时间也有钱啊，对,对吧？对对,对啊，那我我我扛一箱就好了，<对>就像那天对每次出门那个就是购物时间、啊、对，就像那天跟小彩虹说，咱买箱啤酒回去喝，好去哪儿就两种选吧，一个百威，一个 IPA。哎，但问题是你不会说想买，就是说你买不到自个儿想买的东西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哦、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对它特别有品牌认知度，嗯，我就要买它，嗯，怕我肯定不会在这种地儿买，对。但是有的东西呢，比如说就像那天我还说回来，就是买啤酒这件事儿，嗯，我就想回去喝酒，嗯，我就要买啤酒。那这个时候我更希望说你选好了，我拿拿走一箱就好了。他你如果给我几十种，让我在那挑一下午，这对于我来讲不现实。 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给你选一个他选择觉得，就是你选一遍了，嗯、你最好 cos 你你你选一遍了，给我的是性价比最好的，而且没而且没毛病的，啊、对吧？嗯、好，你给我就好了，我扛走了。嗯，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其实是比较认可 cos o 给你选择这些品类。 呃，我比较愿意让别人帮我选，或者可以这么讲？或者说，就他选择这些东西的话，是跟你的价值观是符合的，也不是，我就是懒得选。嗯、不是，比如说他要给你选，就是就两种低价的啊、嗯呃，那我肯定不会、这个这个、会去消费嘛对啊啊对。本质上他不是说他不愿意选，嗯，本质上来讲他是不挑剔。 呃，对，也也也可以这么。如果严格意义上讲是不挑剔，你比如说你刚才讲买酒，对吧？可能啤酒数百种，嗯，但是你肯定是分不出来这些酒之间的细微差别。对，没错，所以你才不挑剔。对，你就这么买。我如果这个东西我能够分出来区别，那我可能就是认一个品经过一个品牌。我也他如果没有，我就不在他那买了。嗯，对对对吧？但是绝大多数，你说买个洗衣液，买个手纸。 你给我挑什么呀？但是你还是，那怎么说？那你也愿意说买便宜的东西，但是你又不是说你怎怎么说？你是愿意买品质，还是越说愿意就是我要取一个平衡？嗯嗯嗯。呃，我我我我插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啊，嗯，就是大家一直一般来讲考讲这种东西都会讲一个词叫性价比，对，但性价比本质不存在的嘛，本本质上是个伪命题。对啊，嗯，就是性价比的前提条件并不是便宜，对，而是这个商品它适合你。 嗯嗯，在这前提之下，它尽量的便宜，对，对这才是所谓有有性价比。但对于大多数来讲的话，其实你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对，什么是最适合你的，<对>嗯、是。那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过程方式很多啊。嗯、第一就是说第三方给你推荐，嗯，比方说像就讲 Costco 给你。 对，扔过来一个我接着。扔过来你觉得肉肉还不错，然后一直买下去，对吧？像我们可能习惯于猫超吧，自己选好了就一直买，我自己选。可能还有一些达人推荐啊，新品的一些推荐，都都会有这种方式。对，那在基础之上，你才能讨论说价钱比较合适不合适。嗯。因为其实你选择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嗯，所以说你呃，我们呃选择之后，我们都会一直在同一个渠道，然后重复。 去购买这个东西，<对>我们追求的确实是品质的稳定，哎、嗯，嗯、是这意思吧？嗯、我们没有再去换品牌，呃、也没有再去换。对，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我使用稳定，我换可能对于我来讲，决策成本就很高。对，呃，这个不一定，因为有一种消费者，嗯、包括可能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有好奇心的，嗯，就是别人给我推荐一个新的东西，嗯、我试试。 我一定，我我可能很大的概率会去愿意试，对，但试完之后是不是会换掉我原来的习惯？这个是不一定的嘛，这也是个决策过程。嗯嗯，就是会尝试新东西。嗯嗯对。所以说，比如说我买手纸或者买买抽纸这么一件事情，我一直会不停的去试一个适合自己这种质量，然后又有价格又不会很贵的一个东西，对，对吧？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沃尔玛，一面墙的抽纸，我可能会今天买这个牌子，明天买那个牌子，后天买。 C 牌都试一遍，对，然后发现这个哦，就可能 D 牌子是我心目中比较平衡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一直不停的复购、复购、复购，嗯，买这个，然后再可能再去不同的渠道去选，可能可能是天猫去买，或者是京东去买，或者淘宝去买，对，但还是这个牌子的东西。所以它前提条件是先是商品。 对，有了商品之后才能讨论在哪里买，对、嗯、<诶>渠道问题。<对>嗯，对，所以说朱峰你，你你是希望说说能够省略前面这所有的这些筛选的过程，嗯，直接让他给你选定一个你觉得，呃，质量和和价格你都觉得 OK 的东西。对，因为我觉得，<好>嗯，因为我觉得我大多数的买东西啊，嗯、其实我是不选的，嗯，我确实是不选你。你你你确实是选的，你不会买特别。 就是便宜，对我一般就是价格倒去买最贵的嘛。哦、对，啊、你看那你还是选的，并不是说你完全不选，<对>给你一个你能接受，啊、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你可能会懒得去选，这么挨个去比较的去选。对，我不愿意比较的，就是刚才猫叔说的性价比，你觉得这东西不就不存在嘛？嗯，对，一分钱一分货，那我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买最贵的就好了呀。嗯。 嗯，对吧？对，所以说这还是一个选择嘛。对，是但是你说给我来卷儿踢负你的手指两千八，我肯定也不会买。嗯嗯，嗯对吧？那肯定是在我能接受的一个范围内。嗯嗯，所以说你是希望说有人代替你去进行一个决策过程？哎、嗯，可以这么理解对,对吧？对，嗯对。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上，你仍然不可以排除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价格。嗯，对，我们可以讲一讲 Costco 这个价格啊。 他故意的把这个毛利设得非常非常低，嗯，的毛利据他的公开的材料说啊，他的毛利率平均只有百分之十，呃，是说就是毛利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十四，对，但但平均毛利率大概是百分之七到八左右，对，然后超过百分之十四了，好像是董事会得、嗯、得决议，然后得但<是>得投票才行，<对>但是董事会从来没有投过这种票，<对>也就是从来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对，对，然后利利率是很低的、嗯，对，这个时候我就要请毛叔了。 一般来讲，商超它的毛利率有多少？嗯、呃，看类目，不讲类目，这个是个伪伪命题。嗯嗯、一般来讲，像线下的话，像沃尔玛，应该是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吧，这不算其他的什么上货、上架费之类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三，京东呢？也得看类目，这个不好讲。嗯、咱就说手指，嗯嗯、生活用品。生活用品，洗发水可能也得有百分之几十吧。那那那天那个毛超呢？嗯嗯 嗯，猫超应该也差不多。不，猫超相对来讲偏低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供货商其实是不赚钱的，嗯、就是基本上就那个钱相当于说是资金周转的利息嘛，嗯、基本上赚的就是利息钱。嗯嗯，这是不高的。嗯，在、嗯、他,他这个模式下是其实有几个关键点啊，第一是第一是价格低，嗯，价格低其实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高动销，它周转速度很快。嗯 嗯，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它在一些细节上、啊，包括大包装，嗯，这些，嗯、然后呢，带来的结果是它整个运运营成本应该是比别人低的，对吧？你拆包也是要成本的嘛。嗯、对你上架上货这都是都要成本。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货损，嗯，对吧？因为你不拆包嘛，就货损就会被降低。嗯、对你总不能偷着抱一大箱可乐出去嘛？<laughs> 对对 <laughs> 对吧？你揣不了兜里嘛。这是几块？然后呢？ 高周转、低货损、低成本，嗯、这些就是最后造就它这么一个高动销的一个一个结果。嗯，那我觉得他可能声称自己说这毛利很低，让你觉得便宜，嗯、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相信它很便宜。对，但是我相信，以我的经验来看啊，至少在中国市场来讲，嗯、它的不可能的所有类目是能做到最便宜。那呃，这个这个好像我也有一个统计啊，大概是大概是百分之八十的产品，它是能够做到优质和低价的，就是优质和低价是。 同时都可以，就是嗯，并行的，嗯、80, 就是说，那还有二十的高利润的东西？呃，不不不不，哦、呃，不能算高利润，哦、就是说优质，但是不够低价，嗯、不够、嗯、不够绝对最低价、嗯、是那种感觉。嗯、对，因因为在在这个国内吧，其实有三个人是。 一般来讲，特别推崇 Costco 这个模式的，嗯，比如说雷军，对，第一号是雷军，雷军好像一直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模式，对，第二个是刘强东，嗯，然后第三个可能你不不太熟悉了，叶国富，嗯，叶国富做什么的？叶国富就是做那个名创优品，Miso，他们都是做电商的人在研究 Costco，对对对，为什么？做销售的人可以说是，啊，就是他这个核心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整条链上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高动销。 嗯，资金资金和货对高速周转，对对，这个这个链条一旦被断掉，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不成立的。嗯嗯，对，嗯，高周高周转高到什么程度？我这还有数据啊。嗯，Costco 的周转周期是三十天，就是这个货从进来再卖到卖出去，就采购入仓嘛，到最后销售现金回笼嘛。沃尔玛是四十五天，嗯，亚马逊是四十七天，嗯嗯，对，所以说它它的好像嗯应该是跟京东差不多。 京东，京东的好像大概也是三十三十出出点，因为这是这是在流通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高周转。嗯，对，嗯，因为它现在这里是一个正向链条。比方说，呃，如果如果假定我从零开始做这件事儿，我有一大笔资金，那首第一步我要选款，就所谓一个嗯很好卖的爆款，大家所需要的、动销非常好的款。然后我跟供应商讲，那给我一个最低价钱，我一次下，比如说十万单或一百万。 对吧？嗯、然后这批货拿到我的零分销店，要以最快的速度低价销售，所以这样链条就能完全的转起来。嗯，那国内凡是讲这个模式，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这条。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怎么让它快速的转起来？也就是要有尽可能多的人去他的店里消费买，对对对不对？对，动销率嘛。而且它是一个会员制，嗯，就买的这些人最起码都办了会员卡，嗯、或者是说最起码以、嗯、以,以组为单位办了会员卡。 嗯，以家庭为单位吧，或者怎么叫？嗯，对吧？办了会员卡，然后这些人才能获得购买的这个资格。他这个跟京东的什么 Plus 会员还不一样，对吧？京东 Plus 会员送你点运费券，但是他这个是一个购买的前提。嗯，所以说他办了这些会员卡，我们可以不可以理解成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美国版的团购？ 嗯，不太一样。就是会员卡实际的目的，一个是给带来现金流，嗯，就前置现金流嘛。对，就是说先把钱收回来，先把钱收回来。嗯，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大家有强烈的动力去收回自己这个成本。嗯，所以它本质上是个营销。嗯嗯嗯。但是它是不是也可以拿着这个会员的总数去成为它对于渠道的一个溢价能力？嗯，这个是循环的嘛？对，就是它这是互补的嘛？就是互相推动的，互补的，是互补的。嗯，对。 但是就是所有的这种流通领域其实是分两层的，第一层第一点就是流量嘛，就多少人到你这来进行消费，这第一层。但核心最后拼到最后肯定是拼供应链的，嗯嗯，供应链就两层，第一层就是说我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商品，我的商品结构什么样子的，对。然后第二层是说我的供给能力。 供给能力，对供给能力，就是我能造得出来，对对，我足够得出来才能卖得出去嘛，足够便宜，对，这这是两两层。但是所有的这个模式，其实最终来讲，终极的都是一定要基于供应链的。嗯，就我们说这个 Costco 在中国能不能做好，其实还是供应链问题。其实本质上一定要看它供应链足够足，足够不足够强大。嗯，对，因为它其实从营销角度来讲是没有太多的花头的。嗯，因为。 基本上，国内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零售领域，其实能使用的招基本都使过了。美国人没听说过的，我们也使过，对吧？嗯嗯，嗯对嗯嗯，对。但是我倒是认为，这个会员制还是一个团购。嗯，就或者或者叫我们不能说就是那种狭义上的团购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广义上团购。我有这么大的一个会员量，当然我我从会员身上可能会提前收到一些利润，这个我们也看数据了。嗯二零一八年的财报。 Costco 在美国市场卖出去了三十一亿美元的会员费，嗯，成本多少钱？成本是八百万美元，就是基本都是净利润，基本都是就是卖货。但是这个占了它整个的营收比例的多少？百分之五十，就是一半的营收是来自于会员，另外一半还是在于卖货。百分之五十，你说少了。 我我看到的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嗯，没有，我看到财报了，百分之五十。然后我我看财报是二零一九年前三季度，截止到九月份之前、嗯嗯嗯、，Costco 的会员费会员的收入是二十三亿美元，嗯，就还没算还没还没算后面那几个月啊。对，它的净利润，Costco 整个公司的净利润是二十五亿美元，嗯嗯，嗯所以说它大部分利润都是来自于会员的，嗯，但是我是觉得它这个会员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在我的理解来讲的话。 呃，有有猫叔刚刚说的那个那个那个感觉啊，就是说我可能交了会员费以后，嗯嗯、我就需要说不停的把那个本儿，嗯，就是买回来。嗯、它可能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嗯、但我会感觉它更像是一个我，我会觉得 c o s t 不是在卖商品，嗯，它是在卖服务。哎，这就是我们要聊到的下一个点，就是它、啊、这个售后的问题。 嗯呃，跟售后是一方面啊,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就是你所谓的那个服务是更泛意义上的这个服务。对，比如说你所刚才提到，的，他帮你去筛,筛选筛选一个过程，嗯，嗯他会呃、嗯，因为这样的就是到这个 cost 定位的问题，嗯 科斯的定位，其实我在，我觉得它是很明确的。它跟天猫，我觉得还不太，我不知道天猫，因为我没我没猫我没用过天猫超市。嗯。但是我就知道说。那是你用过京东。呃，京东的东西的话，它也是类目多、种类多，您可以买的东西多，让第三方各个接接下来。但是你看啊，科斯和它不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它它一共才四千 SKU。对。对吧？一个一个亚马逊，呃，不，一个一个沃尔玛可能是一两万。嗯。我不知道。可能还多。对，我不知道天猫和京东是多少。 嗯，但是他这个，虽然说他精确是十三万，十三万，十三万，嗯、对，你少说一个数量级。<laughs> 所以你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这个决策过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嘛。<对>然后他 costo 已经帮你、嗯、进行了第一轮决策，第一轮筛选。嗯。他我只选择面对我的目标用户的这些人的东西。嗯。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嗯嗯 这是有一个在美国的话，他们是有一个非常明确定位的，叫中产阶级。是就是用户画像是什么？用户画像它是很明确的，中产阶级。什么叫中产阶级？就是年收入八到十万美元的家庭。嗯，叫中产阶级。嗯，这个中产阶级的画画像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能看出来的特点。嗯，它们特点是高度一致的。首先。 他们是有家庭的。首先，中产阶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对，他是不是,、嗯、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他是个是一个是，就像刚,刚说，刚,刚说刚,刚说，我们北上广深可能都是单身狗。嗯，这个在美国来讲的话，他可能就不是中产，就不能归到这个定义里面 <laughs> 对，而且不能严格的去讲说我是中产，嗯，对吧？他们肯定就是说这些人起码是。 比如说有伴侣或者有小孩或者说几、嗯、几几,几个人就住在一个大就两个娃两条狗那种，呃，类似于这种。嗯、第二，他们有大房子、大车、大冰箱。哎，这我觉得大冰箱很重要。<laughs> 对，大房子你才能有大冰箱嘛，你没有大冰箱，<对>你还有你还有储藏室。对，但是你还得有一辆车，嗯，去。 去买它，然后你还要有足够的钱，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mart,、嗯，沃尔玛它的东西的话都是周新的。对你这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只够解决当前目前的温饱。嗯、但是 Costco 呢，它东西太大了，你一买频率的话，大概又买是一周到两周左右。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要满足这个这么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东西，你你得有东西，你得地儿放它。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我插入一点，嗯、那你那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嗯。 日本的人均住房面积怎么样？呃、可能跟北京差不多吧。<laughs> 嗯，但是日本有二十五家 Costco。嗯，没去过日本的，<laughs> 对，<laughs> 不好说。对，这是为什么？嗯，日本的住房面积我们能看到啊，这是咱去过的，<这>而且它这些的也是集中在都市圈这这这。这里有一个误区啊，嗯，你商业零售总额的部分，你不管是 Costco 或者任何一家超市，嗯、它占的比例其实都非常小的。 嗯，占多少一家？嗯，你、嗯、比如说日本二十五，可能二十五家，嗯、那总销售额可能只占日本的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就是有可能的。嗯、所以它占的是一个小众群体。你说它其实上还是一个细分，只要、嗯、只要当地购买力够强大，其实任何业态都可以被容纳的。对，但是在美国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大数群体的情况。嗯、但是日本，你虽然说它人均住房面积小，嗯，但它基本都是独栋啊。 日本哦对，对对对，一户建一户建对吧？他们还是有地儿的。他们就是像，如果还是定位于中产阶级，人家都是在乡下是有车有房的。嗯，他还是符合你说的这个标准啊。嗯嗯，对不对？嗯，你你你还是在市中心单身白领，那那还是说我们还是把这项人叫淘。就是我觉得单身狗肯定就已经排除出去了，他这种国法在里面。不完嘛？对对吧？嗯嗯，然后呢，就是有车。 日本人每家都会有车，对这些车的话，他他开他给老婆开，对对对，买菜车买菜开，就是他们都是有。但你说中国人有多少人有车？嗯，北上广深光限购的话，你就买不了。哎，对，想买也买不了。对你，你你买得了的话，你也没你也没牌照啊，你想买买不了。所以说，这没有车的这部分人，我觉得应该也就已经被排除出去了。嗯，你比如说像像北京，其实也有山姆，山姆的话呢。 有两家店，开一家火一家，嗯、人也很多。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不去？是不是他去不了？你上地铁拿一大包手纸，怎么可能呢？对。为什么说中国？我觉得电商发展也有这个原因。很多地方他没法去，他并不交通并不怎么发达。嗯，公像北京就是公共交通也不发达。对。车也你买不了。对啊。对。你这所以你对电商的依赖就变大了。对。然后还有、嗯、这帮人，还有还有特征啊，就是，呃，中产阶级比较忙。嗯。 忙到什么程度呢？他没有多少时间。九九六是吧？<laughs> <laughs> 对，类似于这种，所以他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比如说每天去买东西，嗯，他可能每天都没有办法按时下班儿。对，下了班以后得照顾孩子。对，开车到家什么的几点了？九点了。嗯，他可能会习惯于就是集中式一件式采购嗯。嗯，但是这个就有问题了，嗯、电商。 其实更快捷啊，就像猫叔说天猫超市，我说的是美国的啊啊，OK，美国就电商没有这么发达。对，美国电商是主要是物流。它就美，我觉得我觉得中国电商是一种奇葩，咱们可以一一会儿一会儿再去啊。美国美国有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美国的那个单密度不够，密度不够，不其实他们没这个物流没有做好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密度太低嘛。对，它就是整配送效率提提高不了。对，美国除了那几个大城市的某几个地方，就是有点像咱们北京那高大上的国贸那种感觉以外，其他的话都跟大农村一样嘛。对，他们平摊大饼。而且他这个问题不仅仅影响了物流，甚至影响了互联网带宽，嗯，对吧？这这这个咱可以再说啊。所以说他那个地方的话，确实是没法可能像咱们这，咱们。 很集中，小区都集中，高白白领旁边就是就是住宅，对，住宅连着住宅，住住宅连着写字楼。他们那边的话，这边就是写字楼，嗯，写字楼旁边的话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哪儿都是的那种，嗯，联排别墅，嗯，对吧？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对，所以这个画像就很清楚了哈。对，追求性价比，嗯，时间成本高，嗯，决策成本高，嗯，然后嗯，人口多，人口多，呃，不在市中心住，啊，不在市中心住。 就是它居住比较分散。你看 Costco，还有山姆，山姆其实就是山寨版的 Costco，可以这么说吧，就、嗯、跟 Costco 是相同一个模式的这么一个东西。嗯嗯、他们不在市中心开店，你发现成本多高啊！高啊市对，成本高啊！呃，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跟我觉得还是还是那句话，跟成本没有关系，它是符合这些用户画像，它是你这些人，你这些人住在郊区。 我不住在市中心，而且你们都有车，所以说他愿意选择一个交通方便并且靠近他那个居民区的地方。我是我是这么认为的，跟成本跟我觉得成本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一部分原因，但我觉得不是全部的原因。嗯，我觉得还是跟他那个定位和他的人群有很大的关系。嗯嗯，所以你再重复一下你说的话，行吧？嗯。 收入高，以家庭为单位，大家庭收入高，有房有车，有大房子大车，能够囤货，然后忙，追求品质，追求品质，嗯，买得起东西，嗯嗯，对，买得起囤得起，对，花得起用得起，对，就是这些人，对对吧？对，嗯，哎，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这 Costco 在中国是不是行得通，对不对？对，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中国这样的人占多大的比例，是不是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 啊，我不知道美国这样的人占多少比例。嗯，嗯美国的中产阶级跟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法儿类比吗？来，张总说说吧。这个是、嗯，作为你刚才要去新西兰的中产阶级。而且你你一直在走这种那个，我觉得就、啊、中产阶级路线。啊、不不不不不，这、就是他，我觉得他一直在做社区，做那个什么智慧社区什么的。哎，对对对，他对基层人民比较了解。嗯、对，我觉得你是最接地气儿的。嗯、就像我们这种互联网人士，什么都不懂。对,对对对对，我、嗯、这。<laughs>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我觉得之前，因为我们没查过这个数据啊，因为美国那边不都是那种纺锤型结构？对，纺锤型中、嗯、中产是大大头。完了 4, 5, 5，给我什么叫纺锤型？纺锤型就是我们把人的人口的这个收入比例，就是收入，不是收入比例，这收入，我们画一条线，嗯、就是哪一部分的人的收入最呃收入高的占整个人群的比例。 以及收入低的以及特别富的占的比例。如果美国我们把这条线画出来呢，发现它是一个纺锤就是中间，对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相对来讲收入还可以的占那个大多数，特别穷的没有，特别富的呢也不多。嗯，是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嗯，对对，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还到不了这种。中国呢是一个哑铃型，哑铃你见过吧？两头大，中间小。嗯，对啊。 这枣糊型，啊、哎，也不能叫枣糊型，你就不说了，<早>就是哑铃型、嗯嗯。这啊，中产在整个的社会的人口比例里还是比较低的，对家庭比例里。那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还是说是低收入人群会稍微多一点，嗯、然后中产也不能叫低低收入吧？我觉得有些可能收入不低，但是仍然是价格敏感性的，就是说是他买东西还是图便宜，并不在乎。你说有这样人吗？ 嗯，挺多的，有、嗯，因为很多人就是天津那 Sam 开了以后，很多人去那儿看了一次以后，基本就很少去或不去，就觉得那儿卖什么东西都贵。啊、哦，哎，咱可以说一下 Sam 啊，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山姆会员店，是吧？对，可以给给我们听友介绍一下。然后，听友不一定都在天津，也不一定都在有那个山姆的地方。山姆,对山姆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像刚才舒淇说，的，是一个所谓的山寨版的 Costco。 嗯，对，它是由沃尔玛的嗯这个公司沃尔玛做的这么一个，这个不知道它是先出的 Costco 还是先出的 Costco，先出的啊，先出的 Costco。然后呢，它做的也是量贩制的会员制的这样一个商店，就是跟 Costco 的模式完全一样，嗯，完完全全一样，卖场也一样。而它为什么叫山姆会员店？嗯，因为沃尔玛的创始人叫山姆·沃尔玛，对，啊，山姆·沃顿，对，山姆·沃顿，对。 这个沃尔玛是全美第一大零售商，嗯，是全球第一大零售商，全球第一大。然后 Costco 是全美第二大零售商，嗯。然后沃尔玛其实定位的话，就普通沃尔玛的门店，其实在中国，其实这两年好像不是特别关了很多了，关关了很多，来一家走一家的。也其实不只是沃尔玛，我觉得大部分好多家乐福啊什么，都对对对，就是电商冲击的嘛，对，都都不太那啥。但是它那个就是沃尔玛在美国的这个这个销售额其实还是。 现在挺高的，嗯，对，然后它第一，它它它定位的话不是那么高，但是它就开始出了一个高高端品牌，就是对标 Costco 的这个品牌，对，山姆。然后中国呢，现在也有，比如天津有一家，对吧？北京有两家，上海可能还多，上海有两家，也有两家，嗯，对。上海有两家，有一家在浦东，有一家在虹桥。但是特别有意思的 Costco 我们不知道，因为它只开了一家。但是我说山姆的选址，嗯，很有意思。北京那山姆在顺义。 顺义和呃石景山，对，嗯，有两家，在顺义，天津的在梅江外环线边上，嗯，对吧？在梅江，不是、哎、对吧、啊？梅江，上海的在哪儿？浦东，浦东，浦东。然后呢？闵行应该有吧？虹桥还有一家，虹桥有一家，虹桥是在那个 c o s t a 旁边，哦、对。 可可 Costco 在哪？Costco 在虹桥机场旁边。然后你们 Costco 离虹桥机场很远的。呃，这大概那个位置吧，就就就，你不要那么纠结，这么十公里。对对，十公里一脚油的事儿吧。浦东和浦西之间还差很远。所以，哎，山姆我们非常清楚啊，因为它店多，你会发现它选址在中国的选址跟在美国选址不太一样。 山姆我没去过美国的，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在美国是。咱不用说山姆在美国的哪儿，嗯、就是说基本都是类似的店嘛，对吧？嗯、我们就看它的选址。如果我们看中国的选址，好，都是在别墅区附近，富所谓的富人区附近啊，在张总他们家旁边啊、嗯 <laughs>，顺义他们的别墅区，对，对顺义是在别墅区，嗯，然后浦东和那个虹桥机场旁边，这都是别墅区聚集的，也就是说，它方圆十公里之内。 肯定是收入较高阶层的主要居住地，嗯，对吧？这个我能是能看出来的。嗯、它收它十公里范围之内就有我刚才所说那些人群画像，没错，就是这样，对吧？但是问题是在于，在中国，你能画多少个圈这样的圈你能画多少个？这才是个问题，嗯，对不对？天津就一个梅江，啊，北京也就顺义那一个别墅区。 咱这别说，咱不说啊，石景山什么可能也有，不说，就是主要的，咱能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这些，相对来讲，相对高收入集中的地方。嗯，而梅江那个山姆我也去了，嗯，高峰时间人还是蛮多的。对，周末人也很多。对。那是因为梅江附近没有大超市吧？有有永旺，有那个。他还挺多的那边。对。新业广场的，新业广场还有，对啊，华润万家吧，还是谁的？挺大的。对。所以。 我看的这个情况啊，我猜啊，这个咱没法证实。嗯、我猜，比如说山姆在红桥区开一个，嗯、<laughs> 或者咱可能有的很多听众不在天津，不知道什么概念。比如说山姆在那个南城，北京南城南三环开一个，嗯，对吧？咱这个不带任何对通<同>州，<laughs> 州现在还不好说。咱不带任何歧视的说，他、哦、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顾客的量。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来假设？反正我知道，它 Costco 它选址就是很就是很谨慎的，它开店也是很谨慎的。它并不是像瑞幸那种，比如说、哎、<laughs> 遍地开花，<laughs> 然后就是一家接一家那种。它、嗯嗯、开开店，它并不盲目扩张。呃、哦，对，他单店成本很高。对对、嗯、对，它它<对> <laughs> 就是就开一家，它能够保证开一家火一家。嗯，但是它开第二家，那你等着吧。 嗯，他并没有说那么那样，嗯、那么那么去开。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啊，<Okay. S 1> 如果他一半或者更多的收入都来自于会员费，嗯，那如果他开的店不够多，就不可能招募足够尽可能多的会员，会员 okay. 也就没有办法对供应链或者对厂商形成这个比较好的议价能力。对，这个、这个正向循环在中国很有可能循环不起来。嗯、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点对。 他怎他的他的优势在中国是否能够被发挥出来？嗯、对这个我们都心里是有。首先，他那个中国画像在中国是一个少数群体，对不对？对。对第二，他如果开店的速度，咱先不说电电商的冲击啊，这是一定的。他开店的速度如果不够多，不可能招募过来更多的这一个群体的这些会员的话，他其实对渠道、对供应链，他也形不成什么优势，嗯、对吧？这个可能一会儿得请毛叔给大家讲啊。 他能不能说，我就凭借这一家店去驱动供应链，去把这个供应链做好，或者让厂商去给我更低价的货？我觉得这很难吧。但问题是，他这一家店的话，它的价格是，经足够低了呀。嗯、但,是但是他们有个比较好的，就是他有自有品牌，跟萨姆、嗯、跟那个 Costco 都有自有品牌，嗯、他可以拿这个同品牌去跟去要挟这个其他的供应商。嗯、我觉得这也很、嗯。那前提条件是必须境内境外的他是一个供应商。对 <laughs> 对。 这才是问题吧那就说涉及到境，就是你境外运进来这这个事儿就啊不会的，它对啊，在美国的实际供应商也是中国厂商。对对，那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供应链的管理、品控问题，嗯，对吧？可能会说是在这个能够把控说这么多家店它的商品的呃，因为 Costa 我印象 Costco 的整个的 SKU 数量应该是低于一万的，四千四千个对吧？四千嘛，然后那千对那它的供应链的管控应该还是好弄的。 相对来说，相对就是简单一些。所以，所以我们去分析 cos，我们去分析 cosco 的它各种的这种就是特点，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这种成本是非常低的。嗯，首先，它这些高收入人群，他你为这些所有的同一个画像的人群，嗯，它标签差不多啊。嗯，所以说他们的需求差不多。嗯，需求差不多的话，你所有的这些品类。 你放在那儿的话，大家都可以买。嗯，你所所有这个属于这个人群的话，你都能接受这个东西。嗯,嗯对吧？你比如说你八到十万美元的人，我不可能接受一个就是一块钱一包的那种一一箱的手纸。嗯，对吧？我就能接受十块钱一包的。嗯，对吧？所以说他，所以这叫精选 SKU。他可他他 SKU 还不能说是随便选，还不是拍脑门选的。他这个是取决于买手团队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团队他很强大。对，因为他每家店、嗯。 比如说不同国家之间，他买手团队的选品肯定是有区别的，嗯，因为包括不同的地区，有本地化嘛，他肯定会。他以后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化，对，嗯嗯。那中国的话，他买的东西，我我因为我没去过上海那家，所以他不知道他本地化到底做的怎么样。嗯。但是肯定话会对对中国的这个。还有卖茅台，肯定本地化做的很好。不不不，美国也有卖茅台，美国也跟中国是一样的，Costco 对也卖。是的，二百九十九。 可以啊，哦、这价格可以啊，对，可以。所以说他，他他呃，就是换作说，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我们人群一样，嗯、对吧？目标用户、嗯、消费习惯差不多。嗯，所以说，美国中产阶级就是大户，嗯，大概百分之大量的对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中产，他们都会拥有一家 c o s t a l 的会员卡。嗯，然我觉得，不觉得要这么说，就是美美国人口里面有百分之多少是中产？咱先说，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就是我这里这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啊，嗯、就我个人看法，因为中国本质上是全球最强的制造国嘛，嗯，所以它其实，在商品供给上可能要比美国要丰富非常多，嗯，对，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美国人日常生活，比如说他的日常生活可能只需要五百个 SKU 就够了，嗯，就可以生活下去了，那那 Costco 呃 Costco 这种业态就很满足他，但可能中国可能各种原因，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东西，嗯、呃，为什么呢？是诱惑多。 哦不，你选择的东西多，就是你日常可可选范围多，对，需要的比较多。啊不，不是日常生活大家都一样啊，吃喝拉撒这个不一样。你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就讲饮料这件事儿。嗯，可能可能在美国常见的饮料，可能大致就是可乐类的东西，嗯，对吧？然后咖啡，嗯，红茶，我相信它没有绿茶，几乎没有嘛。没有没有没有。对，基本就这这 SQ 其实是很少的。嗯，那中国可能就不一样。你光茶，比方说我我不同的季节换不同的茶，可能就有三四种。 嗯，对吧？我倒没这么讲究。对，这这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啊！嗯、包括你像啤酒，嗯、可能你还需要喝白酒。嗯嗯，对吧、啊？各种各种东西，可能你你你的 S Q 数量不一样，他生活方式决定了他这个生活需要的 S Q 数量是本质，这样就是不一样的。嗯嗯嗯。嗯嗯<对>那为什么这个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美国人就需要两两两种饮料就可以过活，中国人就需要这么种？这个生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传统生活习惯的问题。嗯、对你就好像。 日本日本可能也不不吃淡水鱼吧？啊，不吃。对,对，日本也不吃淡水鱼，嗯、欧洲可能也不吃淡水鱼，那中国就吃。嗯，那起码这个我就我叫多一大堆 SKU 了。呃，对，我觉得我我我在想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些相对来讲高收入的群体会不会也会这样？ 你就你可以这么想，就是说，你如果就是一个礼拜只去一趟山姆，嗯、然后只去趟 Costco，是否满足你这一个礼拜生活所需？呃、嗯，对吧？因为、嗯、因为为什么说是美国中产<对>阶级他们阶级家家庭他们会集中式购物？你会发现，嗯、哎，Costco 这一点做的也非常好啊。这我刚才没有说，Costco 它除了这个 SKU 是精选 SKU 以外，它是全品类覆盖。 对吧？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每一样虽然就一两样，但是你想买的东西的话，你去那儿你就能买着。哎，对，从电器到吃的，嗯，冷藏冷冻的，嗯，到零食，然后到你吃的、穿的、用的，嗯、鞋、衣服、被子，嗯，都,都有、嗯、都有。第二，他们家旁边有有餐饮区，嗯，自由品牌有餐饮卖那些那个吃的。嗯嗯 你们都没去过，啊，我告诉你吧，他们旁边有点像宜家的那个餐饮，你可以买、嗯、买汉堡，嗯、可以买可<乐>、嗯、买可乐，呃，可乐是送的，买、嗯、买冰激凌，而且它特别便宜，一、嗯、块钱一个，十五年没有涨过价，嗯、还是一块五一个。嗯，然后第三，它旁边有那个加油站。 他加油站的话是拿你的科特会员卡能够加到全你全全市最便宜的油，嗯、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嗯、可能也是跟他会员价格有关系，他可以就是很多人就来。然后第四，他除了这以外，他能够给车做保养、换轮胎，嗯，嗯就一系列的东西。你你这一个礼拜，你只需要去这一个地方，每每周抽出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你全家老小吃喝拉撒所有的东西。嗯。 这是他牛逼的地方，我觉得。嗯，那、嗯嗯、你按这个逻辑可以推理，你去任何一个超市，嗯、就中国人啊，典型、嗯、的中国人，是不是去一个超市，这个、嗯、就可以满足？如果、这个、不满足，就本身就说明你的需求是超过一个超市的范围。对，然后呃。 起码我觉得加油啊呵呵和他的那个就是车保养可能在国内就不太好做。首先，加油肯定是做不了，因为那这个中国目前来讲还没有开放这个成品油零售市场，就是它有牌照之类。的、嗯。对，有牌照之类的问题，嗯、可能北京是刚刚开放啊，嗯，天津可能之前是开放过，所以有壳牌儿啊之类特别多，对。嗯、但是、嗯、通常意义上来讲，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干不了，盖个加油站这事儿你就别想了。 即便盖了也不能便宜，嗯啊，对，而且也不知道那个 Costco 旁边有没有餐饮的自有餐饮，它就是卖不卖其次的不知道、啊。自有餐饮，你、嗯、在中国是需要额外的证照的，什么食品卫生安全许可证什么的，类似的东西。啊、对，它能不能符合这个食品零售的要求不知道。也就是上海这家 Costco 有吗？我不知道。 对，我想问小彩虹，他不理我，没打没打他那电话。如果有也好，没有也好，我觉得餐饮不是一个不能突破，因为宜家也有餐饮嘛。<对>但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加油等等这些东西，他肯定在中国干不了啊。嗯、为什么他会有加油？这个我听那个咱们有听友聊过这个事儿。我去 Costco，基本是相当于什么？免费去了一趟，把东西买回家。 但是加个油，就是我油钱那个优惠已经足够 cover 我跑这一趟的啊，这个油钱这个成本了，所以我愿意去。所以 Costco 那个加油站全排队啊，对，就排跟屎一样。对，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嗯、那个霍剧就说了，有时候看他们排队排太凶了，我就跑旁边加贵油去了，没有人。对对对，就是这样。对，所以说这个优势确实是在国内，我觉得这是在美国的优势，还是回到猫叔刚才说这个问题，嗯、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 我觉得他这是灵魂拷问。嗯，我们去一趟山姆，能不能把所需的全买了？如果没有，猫叔这理论就成立。嗯，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普遍需求，你还是要在别处买。 对，但是其实在美国，Costco 也不是说能够百分之百全都覆盖、啊，就是比例问题、嗯呃，比例嘛。<对>它还是有一部分，嗯、比如说它会从亚马逊上去买啊。对你，比如说买个手机，我还得去百思买。对你还是、啊、就,就不可能，因为它价格也没有优势。它虽然摆着，但是它价格也没有优势。对啊，嗯、这个我觉得这国内国外都差不多，其实。而且你发现没发现？这说个题外话，你们有没有发现山姆 Costco 最有意思的一点？嗯，你进去之后，第一个区域永远是卖大家电的。 对，嗯，山姆是山姆都也是，Costco 也是，进来就是先卖电视。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据说这是有一个消费心理学的问题。你先看它太贵了，让别人便宜不。不是，不是，不是，杭州 <laughs> <是><是>好像不是山姆，嗯，杭州好像。首先，所所有 Costco 应该都是啊，咱对，嗯，首先它会给你营造一个自我假设，嗯，人设，嗯，这个人设就是我有大冰箱。 我有大房子啊！如果你有大房子，没有冰箱，在儿买一个是那意思？呃，不是，是首先给你一个人设上假定，<laughs> 让你先把自己的位置、嗯、自我定位抬起来啊，嗯、然后就觉得，哎呦，我都有了这个大冰箱了，那我买那三十三十片装的可乐也没什么问题了。他首先是在心消费心理学上给你做了一个假定，做了给你做了一个人人设出来，嗯。 呃，我们这些人可能不会说照着他那个逻辑，嗯，去给自己套，但是往往这些东西是潜意识里面的，这就是商品陈列嘛，商品陈列的问题，对，对嗯，对，这是他是有学问的，嗯、对，他会让你觉得你不买东西会吃亏，<对>没错，这是很多那个陈列上要考虑的一个一个因素，尤其是零售，对。 它其实它也是有一些伎俩，这个你说倒是有道理。我每次去那个山姆和 Costco，我其实很多东西的话，我可以从网上买。比如说山姆的话，它是有自己的 app，、嗯、它也可以配送。嗯、京东有京东有旗舰店，它直接用京东配送你还免运费呢。对，那些东西的话，嗯、我从网上买其实并不复杂，嗯，一一键就下单。我们、嗯、<比>我们在这种事情是很冷静的。对，呃<对>，我我我我我，对，我们就是在电商买东西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是随用随买。 嗯，但是我到那个店限价的时候，我反而就，哎，这个来都来了，对，来了，这个就囤一点，哎，那个也好像家里还有两瓶，算了，再来点吧。对，就大概。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一些东西它在它电商平台是没有的，对，S K O。而且你又不可能挨个查，有时候还买就买了，对对吧？这个也是他的伎俩，我觉得。而且他就是单每个单品的话，就是我跟京东去做过对比，嗯，这价格就是。 有的时候就便宜这么几块钱，嗯，它也便宜，但你、嗯、你但但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大部分你闭着眼去拿，嗯，你按照这个单价来去比较的话，它还是便宜。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想这么多，对。你但你京东、嗯、京东或淘宝上买东西的话，我觉得我决策成本特别高，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去电商买？就是我我一搜搜出来一排，我得挨个去看，挨个、嗯、去挑，然后再去再去看评价，然后我再去选，烦这件事儿，然后、啊、再看是免不免运,、嗯、运费。 然后我我是觉得这个也是有决策成本的，他有的时候你到了那个线下去消费的话，这就这个是个心理作用。对，你看你比如说你在手机上进行决策，那实际上就是坐在这里吹着空调，然后用了大概五到十分钟决策一件事儿。呃，很长，我我觉得用不了五到十分钟，我能睡一天。对，刷一天呢。你比如说我们要去山姆会员店，对吧？然后现场买是不用决策，但是我还得拎回去。嗯。对。 我像我们以前在上海和杭州两个商务会议，我们都去过浦东那家。嗯，然后我们去的基本上买几类东西呢？第一是食品，因为商务会员有个卖蛋糕，呃呃，没没没有没有没有，蛋糕全是自制的，对，蛋糕还是量非常不错的。然后量也不大，一次一两天能吃完。然后第二，看那个蛋糕特别便宜，一个几寸蛋糕就是。 两人份蛋糕才卖几十块钱，对，七八十。因为因为我们是有个强的前提假设，就是我们不买超过一周以上的消费的这个东西，因为因为搬运成本也好，对我们来讲很麻烦。嗯。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消费习惯问题。对，然后咱家就囤的多，我们不不基本不囤东西，哪怕价格更贵也不囤东西。嗯。然后那个酸奶，一些肉，它的肉质量还还是不错的。对。然后买少量的买点水果。嗯。像基本几个特别重的东西，比方说日化。嗯。 米，嗯，对，我们是绝对不会在任何线下超市买的。我这里要提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那天我跟舒淇最后决定买他这个会员卡，最重要一个东西，就直击心灵的一一把剑。对，你知道是什么吗？嗯，不知道。猫砂，猫砂我们也从来不在线下买的。我们线上买的猫砂是三十三十五升的，卖二百，嗯，一百八吧。嗯，他那儿可能四十多升的，就同同款的，嗯，卖九十，九十，对。 啊、呃，那我不知道，我们一般是用的松木猫砂，<对>然后一般它、啊、没有松木猫砂，对都是土砂我买,我买松木猫砂，然后因为因为房子相对小嘛，在南方，然后。 我们也也是把它直接倒到,到马桶里冲走，所以我们必须要送猫砂。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房子大，所以说不在乎囤一点囤一点猫砂。<laughs> 对对对，张总，嗯、你是什么样一个消费习惯？山姆，你是重度用户吧？你说你一两周就要去，啊、差不多每周,每周都会去线下，而且他线上买、啊。对对对，他离得近，他在人。我、嗯、我都淘宝淘宝不，我都京东旗舰店，他他都直接去了。对，呃，京东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的那个品类少，尤其是我要购买家庭要购买的生鲜类的少。其次就是说，它好多时候发货并不是从天津那个山姆店，就是山姆的 app 上，对吧？对对对，有可能是北京的发。它最近 app 上刚出了一个什么急送达啊，急送，一小时能一小时能送到，但也是有范围的，我看，但是范围比较大。你这我问人家天津一半都能覆盖，这个啊，一半到不了，到了一半，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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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环以里一半，对。 反正大概上的话，我基本上每周去的时候就采购整个家庭一周的，主要可能还是在吃的方面。<对><和>你家冰箱多大吧？我先采访一下。嗯、我家冰箱买的很早，早应该有开双开门还是单开门？单开门，那时候还单开门呢，嗯嗯、可能也就是不到三百升吧，一一般三百升左右吧、嗯，一般中等大小。他愿意去买对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买的主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是刚才说到他他鲜生鲜,生鲜，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买蛋糕偶尔买，嗯、因为我更多买的是他那些面包，他自己做的，他所有的面包啊蛋糕都是自制的。而且他们蛋，我跟你说他们家蛋面包有多好，它巨大盒。呃 巨大份一面包才二十多块钱，你随便外面随便，比如说你去去哪个地方买那个就是欧包什么的，都比他这要小，而且不够那个米面黄油钱的。我。没错没错，而且他基本上用的材料就是他自己店里的这些那个进口过来的，对现场做，对，而且保质期你能看到就都都是特别短，七天五天。而且他那保质期，我跟你说特别好的是，他就是能看出来是今天或者昨天新做的，对。 特别新鲜的东西，对，它不光是那个面包，面包应该都是当天的。他们家烤鸡四个小时，嗯，如果卖不出去就临时就立马销毁。你看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讨论半天商品结构，实际上大家买的都是日常的实用的东西，对对，而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些快消品。对，嗯对，快消品有什么？呃，洗发水、洗发水啊，卫生日化、卫生巾、卫生巾，这些都是快我有买呀。 对，相对来讲比较少嘛，但,但,是但是它消费频次低呀、啊。对呀、啊，你买一箱的话，<对>你不会每次都去买，你不会说一周都买一箱手纸回来。对啊，对，呃，没有，如果要是纸这种东西，我就直接转到拼多多了。<laughs> 你看啊，你会在不同的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嗯、我们就习惯就是一个东西，也、嗯、之前就是京东，打开就是京东，京东没有东西就去淘宝，嗯、我们就已经习惯在我们是对平台有。 有粘性，你发现了吗？嗯嗯，猫叔不是一个电商从业，他是电商从业者，他所有平台都试试，所以他知道就多。非典型用户，所以说他在每一个电商平台的话，他都都都会去研究这些东西。对对，他是内幕，就或者他的信息就更全面。对，或者知道我应该买我我举一个例子，我前一段的时候，因为那个家里阳台上有一个盆景，有水，嗯，然后呢，就就敷了很多蚊子，有很多结孓在里面。 然后解决解决最好的方法实际上是养鱼，嗯，我就在拼多多上花了六块九包邮买了十条鱼放进去，还活着，对，所以说他他你看咱们是决策成本高，我们不愿意去决策，猫叔是把自己的决策成本平摊到了不是这个决策是他的工作，对他平摊到他的每一天每一秒，所以说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高，我就反而去能够找着最合适的渠道和性价比，对，但是这个在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对，所以有达人店。 商嘛，就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买是最合适的。<laughs> 对我还得去听它，我还去去了解，我还得去搜索，这也是一个成本啊。这也是成本啊。对啊，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对这些 Costco 和这个山姆的依赖也是在这里头。嗯、我信的其实是这个品牌。嗯，你帮我挑了、啊，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你帮我挑了，对，还是去就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观点，我买的是服务。嗯，我觉得这个，我我觉得这个，呃，会员卡。 二百六，Costco 是二百九十九，然后现在打折到一百九十九。然后我觉得我买的是一个第一，他对我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团购类，就是说相同标签的样的画像的人、嗯、去买同一商品的议价权。嗯，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相当于是我花钱去雇他，嗯、去跟这些渠道商去、嗯、去谈。嗯，第二，然后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这个这个售后这个东西。嗯。 我我觉得我我是觉得是是，其实我本身买他卖东西他也不赚钱嘛，他也不是靠这个赚钱，他是靠服务在赚钱。<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嗯嗯嗯嗯。所以这个，嗯、呃，二百六十块钱或者二百九十九块钱的这个会员卡，其实你更愿意把它理解成是我买了全年你帮我挑商品的服务。 是的，而且它跳动商商品确实是、嗯、怎么说呢？它不是挑那个最差的商品啊，嗯嗯、它是掐头去尾，挑中间性价比最高的，嗯、然后单价又最便宜。嗯嗯，嗯嗯你你你确实就可以做到那种我闭着眼就去挑，而且我信任你所挑的东西。这个我同意，这个我确实也是这么想。而且你也会发现，<对>它当它有一些商品相同类目的东西，它别的渠道价格高的时候，它就开始自己做。对。 自营品牌，金、嗯、它自营品牌相同的东西，它会比其他其他的品牌要便宜。啊、呃，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嗯、就是 Costco 是首先对头部供应商，嗯，会有一个要求，嗯、包括价格，包括量的要求，质量的要求，嗯、为它单独定制包装和定制产品。嗯、对，那如果头部厂商不同意，对吧？他就找他的竞争对手，一般一般一个一个类目不可能只有一家供应商，嗯、对，他会找第二个。 第二个，然后如果要是也不同意，他可能就会决定自己下单自己做，因为自己下单就这个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对对，他们一般是这样一个做法。其实很多电商都会做自营，因为自营最后就是就是自己从自己的数据角度或者是用户的选款角度找一个最合适的产品，那可能是一个呃高动销的，嗯，覆盖绝大多数人需求的，然后加巨大的订单，然后把这个成本降下去，做高动销。 就是更符合你自己这个平台的用户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选品会选择一个，呃，符合绝大多数人日常场景的一个东西。嗯，但是这个东西从零售来讲，它破坏一个东西就是多样性。对，但是像 COS 它就不需要多样性，因为我本身通过各种机制，我把这个人已经筛了一遍了。呃，对，我进了店里的人就没有多样性可言了。是这样，但是、嗯、但是从道理上来讲，零售本身是产品会是不停的迭代嘛？嗯、但是你是相信它的迭代嘛。嗯、对，但是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的自有品牌，我觉得都是那种非标的产品，就像生鲜啊、菜菜呀这种，应该很难标准化。应该不会，应该不会。都会有，包括它的健康品牌，它它它它是科克兰的那个对对，东西嘛，科克兰现在已经是成为全美第排名第一的品牌，就就自有健健康品牌，就是说他卖的那些药，对对，嗯，就是一些保健品，他已经卖的销量上是最最高的了。 对，而且其他的也都会有，嗯、它所有的这个生活用品它都有，嗯、呃，生鲜它都有。我从那个从怎么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 Sam 开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我在线下，就天津的线下买不到，这、嗯、就是说是一些，嗯、比如说是、嗯、最最简单说啊。 蘑菇的各种各种蘑菇，他那有啊，对对对对对，香菇啊，平菇啊，嗯、什么各种菌，牛肝菌啊，嗯、什么菌，木耳什么。以前你在那个线下渠道，天津很难买,全买不全，对，而且呢，你买到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坏。 现在其实就可以无脑，你只要拿它那个 uck,，它也是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吧>只要是 uck, 就无脑买就行、OK,，哎，对，你你现在会发现啊，就是 coastal 也好，包括这个呃山姆也好，它自营品牌的东西，嗯，价格便宜，反而质量不差，嗯，嗯它可能我觉得它会这这个自营品牌，它能够保持一个业界中上等的一个、嗯、大概的一个质量，嗯、就是已经是。 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它的价格还会比那些头部和、嗯、和第二的那个价格能够低出来明显的很大一块儿、嗯。嗯，这个是它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嗯、你会发现，嗯嗯、你就闭着眼去拿它，自由品牌的东西绝对让你能够满意。对、嗯，质量绝对不会差特别多。嗯，但是你肯定有一些人会那种说，我就要花最好的钱买最好的，我不在乎钱。那个、嗯、那个可能就不是他们所说的这种用户。嗯。 对，说这个也是它一个非常、嗯、非常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其他的话都没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员机制对于他们来讲非常关键。对啊，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筛选手段。对，对吧？同时，我觉得这是把这一桌人聚在起来，没错。<对>同时，它其实是一个私域流量。嗯、私域流量，现在很多人啊在吹这个所谓的私域流量这个概念。什么叫私域流量呢？就是完完全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用户和受众。 就是可以多次利用的，这相对公域流量指的是，比如说我发条微博，可能面向的是不特定群体，可能这条火，下一条就不火，我到达的人群是不一样的。所谓的私域流量呢，就是我这件事儿，或者这个商品，或者是我的这个服务，可以到达我自持的一个用户群。嗯，比如把它简化，可以理解成你的朋友圈。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私域流量，嗯，因为这个人是你的好友，你发了他们会看，而且他对你有一个基本的信任，他才会加你好友，对吧？当然，现在这个事儿已经玩出圈了，嗯，就是这些收智商税的又来了，就是所谓的就告诉你，所谓私域流量就是把乱七八糟不搭嘎的人加到你朋友圈里就叫私域流量，其实不是哈，嗯，私域流量本身它首先必须要有这层信任，嗯，然后留在你自己手里，你自己可以触达的这些人叫私域流量，嗯，你会发现。 他我干的就是是一个私域流量的生意啊，嗯，对吧？我有会员，嗯，我当然我可以接触到这些会员，同时他对我有基本的信任，嗯，对吧？他要定时、定期、定量的在我这儿买东西，那对于我来讲就是私域流量。那我这拿着这些私域流量，我无论是我去做一些有针对的营销，我相信他那个数据，你购买数据，他后台肯定有，嗯，对吧？可以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营销，嗯，还是说我拿着这个会员的规模？ 去跟供应链和厂商去议价，嗯，对于他来讲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个会员群体。嗯，也就是说，如果 Costco 只是一个敞开大门、随便随便进的一个低价的店，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有意义了。嗯，我觉得可以类比的一一个商家是家乐，现在这家店已经不存在了，已经黄了。家乐是超市吗？它就是中国，在中国第一家模仿 Costco 的模仿者。 它是有会员卡的，对，但是家乐有会员卡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吗？但对对对，成本很低，是我讲有，干的事儿吗？成本很低，跟没有一样，跟没有一样，或者是到了到后来你没有会员卡也能也能结账，也能买，他就放弃这个模式，他就放弃这个模式了。当然他自己后来也就黄了，但是整个店里的模式等等完全是一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员卡这个事儿是存疑的，嗯，为什么呢？因为在进入中国用会员制的模式第一家肯定不是 Costco。 也不是山姆会员店，最早应该是麦德龙，对，麦德龙它是面向企业客户。麦德龙最大的问题也有个人卡，也有个人卡。麦德龙，至少我知道最大的问题啊，我去麦德龙时是没有个人卡这么一说的。对，都得拿企业那得拿营业执照去开去办去。后来可能不行了，对，开的个人渠道，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晚了。麦德龙这东西还存在吗？在，有有有，还有天津还有西站那边西站的一家，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会员卡并不是说完全是他的一个。 呃，一个武器，它其实更多的是从商品层面去做的比较好，嗯，然后然后从货货源。法、嗯，<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共生的，如果没有这个筛选机制，它商品也不可能做的很好。 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存疑的，因为其实你要是做精选电商，嗯、呃，精选的这种业态呢，其实挺多的。嗯，嗯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叶国富的那个 mini s o 就是名创优品，但是它不是全类目的，嗯、它类目很窄。嗯，嗯但它所有的商品也是做过很好的筛选的，嗯，价钱也很便宜，嗯，嗯但是它没有用会员制模式。嗯嗯嗯嗯，嗯嗯对，嗯、所以一家店很小，没听说过呀。 呃，很多商场也都有，很多很多，有，有有基本都集中在那个天通苑的那种地儿。对，啊，没没有一些大的地方可能，我想想，我最近至像开心海都有的，都有，万达都有，万达万达万达肯定是有的，银河也有。对，你可以你可以观察这个业态很有意思，很多小姑娘进去之后，因为东西很便宜，十块钱，嗯，然后可能买一买就就一百块钱，嗯，但是是什么品类？ 抛开品类，都是耍流氓。呃，它没有食品，呃，有食品，有食品少，对，包装食品、预包装食品，然后再包装就是零食呗，零食，对，加上一些干果的玩具啊、帽子啊、少量的衣服呀、化妆品啊一些对就是厨房、厕所用的一些东西啊，那种乱七八糟皂盒啊什么，对，是那种红色的那个 logo 那个东西，模仿山寨木鸡的那个，对对，那我知道了啊，就是你买一加二那地儿，嗯，我知道了，那东西看起来就很很山寨。 嗯，它品质按价格来讲还可以，我们看过，还可以、嗯嗯。东西我觉得还行，像那那天我们买了一件还可以。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两个不能放在一起类比吧。投诉更多的是生活用品，就是你这个家庭更需要的东西。呃，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 SKU 宽度嘛，在、嗯、它那个面积平效下，嗯，它就这么 SKU 嘛，嗯、你不是指望它那么点的面积去卖生鲜嘛？嗯，这是不可能的。嗯，嗯所以说小木鸡。 对，不管它叫什么，嗯嗯、但是它原则上来讲还是那套逻辑，嗯，嗯嗯就是很少 SKU、高动销、精选，但它也并没有使用会员制，嗯嗯，嗯嗯所以我觉得一切的前提条件还是商品。另外还有一个，这、那个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超市和这个就是，呃，甭管是沃尔玛还是那个山姆会员店、嗯、Costco 和你刚才说那个。嗯 它的人群和那个消费习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种地儿就是都在 shopping mall 里头一个小店。其实你跟那个，就是有一个在 shopping mall 里经常有，就那个那个经常卖一些那个台湾还是香港过来的那种，就是那个也都是卖化妆品啊，莎莎<沙>、呃、啊对，类似于莎莎，还不是还是去,去市啊，对，屈臣氏跟那种类似。我觉得那种东西，嗯、我肯定不去。 我也不去，就是、就是嗯、我就每次买衣架。超市这种是一个,<对>一个生活必需品，一个、嗯、其实还有一个是家庭一起去干一件事儿的一个。 消遣也好，或者说是一个……他现在有存孩子的地儿吗？没有，是吧？没有，在国内没有。但你去，你去买，你去山姆看，所有人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没没见过一个人出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对，都家庭为单要么带着孩子出来，要么俩人出来。他那东西都比较 open，你可以随便玩。我我得我得我得纠正你一点，就是山姆会员店，至少在我看到的上海和杭州的两家店，它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相对相对小一点的 shopping mall 里面的。 是商场它不是独立的，它不是独立，不是独立的，它不是独立的，它旁边是有一个商场，但是相对比较小。嗯，而且但是但是，Costco 在美国是在一个商圈里面，我觉是独立的一个大的是不因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你不能这么说啊。山姆也是独立，的，有。那我们如果这样假设，如果我们出了一个不叫好事多的东西，嗯，我们就出了一个家乐，嗯，对吧？嗯，也是会员卡跟 Costco 一样，但我不卖会员卡。 随便进，随便买，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只跟商品有关，这跟是不是会员没有关系这另外一个商商超市了。那那那什么会什么也不会发生，我觉得。嗯，那为什么 Costco 会坚持会员卡这个模式？这才是问题嘛。就是如果你们能想到的事情，那 Costco 肯定也想到了。他为什么会坚持这个模式？仅仅是因为给他带来更大的利润吗？呃、不是。是如果我把会员卡抛开，我有更多的人进店。 那会不会我销售额更高？不会，我觉得他是通过这个去筛选这一拨人，他设置了一个门槛在里面。对、嗯嗯、这个门槛重要性是在于什么呢？<对>就是说，提高你复购率，不是复购，是每次的消费金额。嗯、你每次消费金额对应你的运营成本就会下降很多。哦 比方说，你一次去买一千块钱的东西，对对，然后结账，这个，成本，那结账可能需要十块钱或者二十块钱的成本，对，这可能就是千分之呃百分之二的成本，对。但是如果你买一个跟我一样买个可乐，然后去结个账，嗯，那可能人力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所以毛叔的观点是，这件事情跟会员制无关，只跟商品无关，而会员制只是它的一个剂量。 对，它实际上本，让你买的让你觉得值，对吧？回本。本质上，会员会员一开是销售人员的思思维，我觉得。嗯，你觉得这是个营销噱头，对？但是，营销是一方面，但是还一块，我觉得它就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嗯，核心目我觉得应该是是，但是我不不是啊。如果说什么都不变，只是把会员卡取消，为什么会为什么运营成本会提高呢？ 因为你有可能只是买一个可乐，就是你你是个低消费人群啊。你说的还是单次的这个购买量哪怕是吧哪？对，哪怕我、嗯、我进去只是买了一瓶奶，嗯、我出来，嗯、那我那我整个服务流程是完整的，我还是要支付。还是但是我觉得大量购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离市区比较远，我可能会开车去，嗯、我一次会因为这个原因我买比较多，而不是因为我有了会员卡我会买比较多。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案。嗯。 呃 c o s,、嗯、<S t o 的人均的单次消费金额已经达到一百四十美一百四十美元。 然后就是一千多块钱嘛，对，百分之二十五的消人的客单价在一百到二百二百美元之间，嗯，每相当于是大部分人去的话不会买低于一百美元的东西，嗯嗯，相当于是六百七百人民币吧，嗯嗯，就是这一百人民一百美元在美国是一个很大一金额了，它那个这个收入跟咱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对，有三百美元存款的美国人就不没有多少了嘛，就是，嗯，对，所以所以他这种东西这个门槛设置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他单位的一个销售的动销。 然后我们客单价，嗯，这些指标，嗯、我我个人觉得是这样，设置一个门槛。嗯、所以说它的核心的这个关键点还、啊嗯、是在它会员价上面，价格上，会员会员上面，会员的这个机制上面，对、嗯、对吧？对通过会员机制的话，它有也引出很多人群嘛？对，一个是筛选人群，一个二是就是,就是筛选人群，同时我觉得就提高了客单价了。 对、嗯、对，另外一个就是像 Costco 也好，它那些服务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就是说，包括它的退货退货，就 Costco 退货，无条件退货，无条件退货，<年>不限时间，不限<你>全年退货，一年以后退都可以。<对>就货具之前，我我记得他就说过嘛，嗯、这种是很高的成本，就是包括你再重新翻新，再怎么样，或者是退货的流转那块儿。哦嗯、传说有人就是留着小片儿，把五年前的东西就退了。 好像我不用留小票，有记录就行。这好像我外，正可能是。这种如果我就我一直很很好奇，它这个东西如果到中国来退过吗？你退过吗？山姆啊，山姆也一样。山姆跟那个那边那个 Costco 退退东西还不太一样。山姆是七天之内是是是大件儿，呃，那个就是那个生鲜生鲜类的普通类东西是七天之内，然后大件儿是三六。生鲜它保质期就到了。对，大件儿好像是三六五一一年之内啊。 但但是 c o s t a l 可是无条件退货，你知道他为丧心的病换到什么程度吗？就像我刚才说，其他东西的话是凭小票，你用多久就可以退。有人曾经买他们的那个拖把，每次那拖把用到一年的时候就坏，但是那个拖把按个小票就去换新的，然后一年以后再换，然后再换新的，从来就没有花钱买过。然后他们的会员卡，会员卡是也是可以退的。嗯，怎么退呢？就是说你。 你用了十二个月吧？你用十一个月的时候，你去退退全年的。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肯定是对，确实不累。三三是不行的，<有>三五是还得得除以十二，然后按照这个你已经用的月数了、哎。这个事儿有意思。嗯、山姆在境外的政策是什么？ 那没用的。境外我还真没。是不是被已经他进来这么久，已经中国特色一遍了，就是把把中国的羊毛被把它薅疼了，对对已经薅光了一回了，他改过，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这个是可能，因为他在境外要跟 Costco 竞争，他不可能会低于 Costco 这个标准，对。但是在中国，很有可能 Costco 如果他不改，不去做本地化，去去做这种本地化的适应的话，很有可能被上海大妈薅光。 有可能啊，嗯、上海大妈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嗯、它这不是说 Costco 的目标用户，它就是凑热闹的。哎，对，你这就是最近有条新闻啊，昨天我录在这个节目之前，我就看了一条新闻说，山啊山姆了 Costco 的那个退卡的柜台已经开始排队了，都是大妈们。嗯，这个毛毛毛毛，这件事情其实就反向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说的会员卡的这个筛选机制。 嗯，对对吧？他一次羊毛薅，两次羊毛薅，没有羊毛可薅，他就会退卡，嗯、就退出这个群体了。嗯、首日是有一些非常高性价比的东西，对对，啊、对茅台啊，对，就是薅毛来的，对对吧？但是当这些毛不存在了，进行入一个常态的话，<对>他妈算了算，我算上公交费，虽然坐公交免费吧，但是这个算上时间成本各方面的。 可能我也不划算，对，那他可能就退卡走人了。所以我觉得 Costo 可能是乐于发生这种事情。嗯、我觉得他是乐于发生这件事儿。如果我们的假定就是说，是说像刚才我们说，他这个会员费就是说我做了一个筛选，对吧？嗯、在筛选之外，我可能会提高客单价。我觉得这都是副作用，是吧？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副作用。嗯、如果他是这样一个目的，那对亏，那现在这些大妈退会员卡，对于来讲，对于他来讲，绝对是双手在上，你赶紧退。嗯。 因为这样会，不然话，这些大妈的存在，我们打引号，不是歧视啊，<laughs> 这些大妈的存在，对于他降低服务成本、运营成本，成本其实是没有好处的、嗯，对，提高服务成本，对，对吧？对嗯，嗯。 因为一般来讲都是百分之二十的优质客户贡献百分之八十利润，对，一般都是这个规则。这大妈们能贡献什么利润？所以大妈退了卡，台也就进不来。人气，对，宣传。哎，那是不是对？是不是第一天那个九百九十九的茅台，九百一十九还是九百九十九的茅台？可能就是一个宣传手段。四百九十九啊，一千四百九十九啊，那五粮液九百一十九啊，对，他这个他那个茅台啊，他就卖三天 他是前三天有优惠，我、嗯、这么跟你讲吧，啊、山姆也有特价茅台，啊、当天就卖光了吧？对，那个，嗯、对，因为他只能做引流，对，因为茅台肯定会限价的，对呀，对啊、茅台多强势啊，怎么能可能这么给你？<对>山姆其实很少做广告，嗯。 就在国外，大部分都是口碑相传。嗯，比如说你一个朋友他有卡，你蹭他的卡一块去买东西，然后发现还不错，我办一张。咱去山姆其实也是，哎，张哥你有卡，借我进，借我进门儿，是不是？把给我来个截图，我进门儿。哎，对，办当场就办一张。对，嗯，都是互相介绍。对，然后觉得这个还不错什么的，口碑还可以，这张还可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它的营收成本也很也宣传成本也推广成本低。对，它这反而会走，就是说走什么路线，就是走那种。 我们都差不多，我们消费习惯很一样，所以说我靠这个圈子去、嗯、去传这样的话我，嗯、我我我比较我很信任张乐，所以说你觉得东西确实不错，我去体验也不错，那我就那什么。嗯、而而广告所带来的用户其实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渗透率，就是说你不是说全面能够覆盖你的这些用户的，嗯、你毕你毕竟是有一部分用户无效投放，对是无效投放，它、啊、可能会避免这些浪费。嗯，所以说它的营它的利润为什么这么高？我觉得也在这个道理上，就是营销成本低。 是他营销成本，你算了吗？八千万？看财报，呃，看财报确实营销成本非常低，对，基本没有什么营销成本。而且他，你看啊，跟供他 SKU 少，沃尔玛一万四，嗯，他的十四十五万，十三万啊，十三万 SKU。但沃尔玛是那个大的超市，那沃尔玛就不是三万。那种。他渠道越多，他的供他的管理越你每一个渠道，你就是去跟他去沟通啊，对吧？然后你你你的运营成本就高，他 SKU 少，你。 你沟通成本就少，对，这就是刚才王叔说的这个道理嘛。SKU 有少，啊、它便于管理嘛。对啊，你说，所以、嗯、说,说，我觉得它的每一个这些钱花出去的话，这个效率是最高的。嗯嗯嗯，嗯嗯是不是？对，好，它盈利模式说完了啊，咱咱可以接下来咱说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就是说国内的情况，口子口进来了。好，国内的情况其实跟美国有很大的差异。啊、差我刚才也说了很多，啊、最大的差异、啊、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于电商。 嗯，电商太现，就是就中国电商也太厉害了。嗯这个、所以，王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说电商跟进这事儿？说我做一个线上版的 Costco？呃，其实很多都在做。嗯、我们上次也提到的，包括网易严选、淘、嗯嗯、宝新选，对、嗯，最近可能还有京东、京造还,还有什么？对，对对但是它品类还是很少，嗯、就是覆盖不了这么大的一个。 它并不是日常的这种生鲜啊等等这些东西，嗯、没有这么多品类。对，这是有，因为有的商品是不适合的、嗯、生鲜没法标准化、啊。对，嗯嗯嗯。嗯这个要还是要看东西，嗯、但是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嗯、因为刚才说了嘛，其实这个是一个、嗯、一个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见一个说我以办会员卡为门槛进来你才能买的。 呃，很多呀，微商不都是这样吗？哎，微商咱不说了吧，<laughs> 对啊，微商咱不说了，<laughs> 就是说大的一些品像我知道这个网易有京东，哎，网易了，京东有京东 Plus。 嗯，对吧？然后，呃，淘宝有那那个八八那个会员，嗯，但是这些会员其实都没有办法起到筛选作用，对吧？这两个是两件事，儿。嗯，就是 Costco 的会员其实大部分来讲，你能看到权益呢，基本折扣和进场两。个对对对。但是那那些包括京东 Plus 和那个八八会员，它身上有大量的权益产品，对，它实际上本质上是是是个权益，嗯，权益包，所以它它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是平台。 以贴补的方式来维护那个客户关系，客户关系，它、嗯、其实是一个客户关系管理的工具，对，就是是一个 CRM、就是、就是把优质客户很好的去维护下来啊，它是这样，发现留存这个优质客户，对对，对对嗯、所以那那如果是电商平台，因为它没有地域限制，嗯嗯，这个、就是它也没有办法设定这个门槛儿，嗯嗯、它其实没有必要设置门槛，嗯、这是天然筛选的。嗯嗯 嗯，对，因为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就是中国和美国有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啊。嗯，在中国，比如说你在线上做一个非常小的类目，嗯，因为它的用户非常庞大，基数大，基数大，所以你类目再小，嗯，它其实绝对用户量也是非常大，对，嗯，那你 Costco 是个店，那你辐射范围可能是，比如说上海半径二十公里或者三十公里，对，对吧？ 那你还是有数的，有一个数量的，所以这这可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一个概念了。嗯嗯嗯，对，所以你不能跟线上店上来比。嗯，对，对，它的规模可能在单品类可能远远超过了 Costco 单店。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之前看有一家，我忘了是哪家卖鸡蛋。嗯，它在一分钟销售的量就已经非常巨大了。嗯，对，那 Costco 在一分钟之内销量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个数的。对，它再便宜，它也有个线下的。它天然有有限制的。 对对，对对它天花板低，D、对，所以你觉得这 Costco 这种零售卖场的模式，作为你们电商人来看，它就是夕阳产业？也谈不上夕阳产业，因为还是那句话，嗯、就是说在零售市场整个盘子有这么大的情况下，嗯、任何业态都可以存在。对，嗯，但是它不会成为一个，就像它在本土市场一样，变成一个主流的消费方式。 我中国有足够多的、足够大的市场和足够的多样性，所以,以及足够多的快递员我我对我相信它可能占不到，就是五个点以上的市场份额。嗯嗯 <laughs> 嗯，嗯，嗯<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说一下我观点，我倒是觉得就是它的干干不起来，或者是说大家看衰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合理原因，更多的是中国的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其实没有这么大。 我跟你看法不一样嗯，嗯，就是如果就单拿上海来讲啊，单独上海这个城市支撑它是肯定够的嗯，嗯，但是还是那个老，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太多选择了，嗯，也就是至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Costco 的所有营销手段或者是产品这个商品结构，并没有卓越到这个超过国内的很，多。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中产吗、哎？有多少？两个亿。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吧？就我刚,刚搜出来的数据。嗯，你说中国中产不够多吗？是你是一个叫什么两亿家庭还是两亿人？两亿人，你刚才说那叫什么型来着？哑铃型啊，对吧？但中国基数大呀，嗯，十三亿人口基数、啊。你这、嗯、你这已经超过，你赶上美国总人数了，你都么、嗯？那也就是说，按毛叔的观点，就是即便开了很多的 Costco，可能也没人去。我倒不觉得，我就我就为这两亿人民服务就足够了呀。美国美国中产人民八千万。 嗯，他就八千万养活了这么多 costo 啊？嗯，但是消费习惯有差异啊，这消费习惯是可以改的呀，这个很难吧？我觉得是可以的呀，你都不能，你都不能转到猫超，你怎么能指望别人转呢？因为我因为我并不了解他呀，嗯，我并不了解，我没有去过，我我我没有试用过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其实我觉得最最要命的一个东西，其实生鲜，生鲜就是你线上不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线下吗？盒马之类的，对，七 fresh，嗯，在做。虽然说他们贵呀，他们他比他比 Sam 贵，他比 Sam 贵，比 Sam 贵。对啊，对。Sam 的 Sam 会不会这是一个切入点？不同的贵法，Sam 是因为它很多东西它是那个进口的，嗯，它它就是对给了广大中产一个买便宜猪肉的机会，它是不是就能做起来？对，它如果它要有便宜的东西啊，所以你看，我我我去山姆看那个猪肉。 这个这个时候不贵，真不贵，黑猪肉啊，天然黑猪肉，一百九吗？买什么一百九啊？我算了一下，合成它当然是大包装的哈，合成一斤啊是二十多块钱，没那么便宜吧？有，我一会儿我可以把那商品给你翻出来，它线上也有牛排，六块牛排卖多少？一百七，对，一百八，澳洲的那冷冻的，您那个是。 对，它有那个生鲜，生鲜那就更贵一点儿。对对对，但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他想做差异化竞争跟电商，就得靠的他的切入点可能会是生鲜。对，这个大家能不能同意？但是我还我我觉得生鲜不会。的。 应该，这是一个电商的铁杆儿，蹲用用蹲，嗯，对，不会的，因为国内的业态确实太丰富了，嗯嗯，就很多业态美国都没有，嗯，而且而且我觉得那个离我们家十公里，我没事没没必要去他那儿买生鲜啊。哦 呃，就是，虽然说有配送费，就配送，就可能盒马这个速度已经抵消了这个价格优势了。对，盒马七鲜那个东西，它半小时就送到。中餐里面对这个食材的新鲜程度要要求高，应该更高，而且人家时效性很高，它那个生鲜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说马上就能到。而且它像山姆里面是没有活海鲜的，对，它都是啊，没有全是冰冻的啊，全是冰冻的。有这个其实没有活的，没他还立一个牌子说，为什么不爱活海鲜？ 说出了一百八十个大闸蟹。大闸蟹，只要他卖大闸蟹，肯定是活的呀。大闸蟹是活的，大闸蟹是季节性的。但问题，大闸蟹我看见柜台没人买，没人买啊！大家都是买一些冷冻的东西，对啊，没有价格优势嘛。对，但大闸蟹你可能是周末，确实还还就还是有有人买的，可能还没到季节，也有可能。对，嗯，他那边其实他卖的是西里海，不是西里海，就是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天津的好像都不吃那个。觉，还没到时候呢。 现在应该是六月黄吧，还没到日子，对，没到没到没到日子，刚刚开始卖卡嘛，现在六月黄嘛，对，现在卡开始卖，所以嗯，所以说你觉得，我觉得它这个生鲜作为它的优势，它算不上优势，算不上吗？我觉得算，就是你从那儿生生鲜包括水果嘛，再说。包括包括，那我觉得如果包括水果，包括蔬菜的话，我觉得它应该算优势，因为怎么这么说吧，我。 我一开始办了 Sam 的卡以后，其实最近两年吧，应该是 Sam 在天津开两年还是三年？嗯，基本上主要的生鲜都是我们家主要生鲜都是从那儿买。你们家水果也从那儿买吗？呃，水果一部分是从那儿买，因为之前他那儿有食的水果，一个是比较，一个是量确实是家庭装的比较大,大合适。啊、另外的话，对它的品质，嗯、呃，至少我不用去菜市场里去挑。哎，它能保证它的品质，嗯、因为它有很多试吃。嗯嗯 你一吃就能吃、啊，这也是他们的服务之一，我觉得在在服,<吃>在服务费里边、嗯。但我对你倒是能吃饱。嗯、你家附近有菜市场吗？<laughs> 有。 它是比菜市场要稍微贵一点的，但是贵不少，贵不少。但是它的品质跟不是一个品类的东西，不是一个类，不是一个量级的。它不是一类东西。它那个猕猴桃什么的，我看它好像是多少钱？一百多块钱六个，六个嘛，它是一大盒吧，一大一大哦，那黄金的那个进口的那。那这很比，有一个香蕉好像挺便宜的，香香蕉的。反正我我是一个好事者，我是一个好事者，就是我蹲在山姆的门口，在那儿蹲了半个小时。对他等我结账的时候，对。 然后我挨个看都买什么？嗯，买东西同质化非常严重，就是生鲜。对，每个人他都会买鸡蛋和水果，鸡蛋是最便宜的，牛奶。它牛奶也蛮便宜的，它自就是几乎都是所有的这种零售里带流量最好的。对对，它它三十个鸡蛋卖十九块钱嘛。对对，外面卖。然后香蕉是二斤半十九块九，对，牛奶也便宜，牛奶的话德运的话是九十块钱。 十个，它是四十多块钱六个，嗯，还是还是还是便宜。它自有品牌那其实更合适，它那个就是自有品牌的那 M 的那个，嗯嗯嗯嗯。所以其实它还有肉，就是肉，还有就吃的面包这些东西。还有鱼，海就是那种就是三文鱼啊，还有虾那种各种虾，就是阿根和鱼其实不便宜，我觉得因为那个东西天津本地就产。 但是新疆产的话，你肯定是本地的，又好又便宜。那个鱼就我说的是三文鱼，三文鱼啊，包括那个哦，它还有一个那个寿司那个区域，你看了吗？哦、那个我看见了、那个，那个我买过好几次了，我觉得它那个性价比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哦，它还有他们家烤鸡。 三十五块钱一只、啊、烤鸡，我已经吃腻了。嗯，有点甜。嗯，对。但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因为它这个也符合这高复购率的这么一一就是高频次的这么一个特点。<对>你一周去一次，<对>你正好买一次，一次买一礼拜的，对,<吧>对，差不多。你下次再再去还是买这些，对。嗯，对。来，咱聊一聊中国特色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个售后啊，我觉得肯定会本土化一点，打折扣啊。对。然后呢，其实我我倒是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行业？ 拆零代购，其实这都已经出现了，已经有了，已经有淘宝就有了，嗯、或者是租卡有,有啊，日卡，每一天给你多少钱啊，嗯、然后那个用完几天还给我，有这样嗯，嗯，这个会不会弱化他这个会员 <laughs> 会员的这个、哦、这个效应？哦，办一个卡，我就我淘宝上代购去。 他们现在有人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山姆，他是能够办两张卡，一张主卡，一张副卡。有人把副卡卖了，对，把副卡卖了，然后收点钱。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他毕竟每次他都是，比如说家庭一块去嘛，比如说我跟朱峰俩人一块去，我从来不会自个儿去，所以你你那个副卡其实是没有用的。给你妈呀，我妈她也不会自个儿去呀，嗯，她可能跟我们一块去，她连车都没有哦，这倒是，对吧？你这这这 中国人民这个车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嗯，对, <laughs> 对吧？嗯、对，然后卖了那个，这还能那什么？然后也有那个，就是他那些生活用品，网上是拆个卖的，嗯，有，有啊，有，我经常买。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利润要足够高，<laughs> 这个差价要足够高，你才值得干，对吧？哎，之前是中国没有 costo。 他从就是那个货没有，你讲这件事情的前提条件，拆零啊，拆零卖，一定是他那个产品他自己特色的。对，哎，其他渠道没有或者很，比如你拆卫生纸，虽然便宜个百分之十，但是你拆了可能就没有意义就没有利润了吧？嗯嗯嗯，所以它只有自己特色商品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跟宜家是一样的嘛。嗯嗯，那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其实核心就是商品结构。嗯嗯嗯嗯，对你这绝对不是因为是便宜或者性价比。 对对是，所以说还是租卡吧，按日租卡，我觉得原则上来讲其实是不行，他要对照片嘛，但实际上没人管。照片还不能改，那个照片改不了，你传完就完。对对对，就是我比较好奇，你是不是把咱家猫照片传上来了？没有，还没。我我我比较好奇一点，因为山姆我以前去的还算多一些啊，嗯，就是我没有发现山姆有什么特太特殊的东西，除了那种嗯限制食品之外啊，呃，在其他学校买不到的。 那只可能只是个价钱高低的问题。对。嗯嗯，对嗯对，所以我就，所以我后来就不怎么去山姆会员店了。一个一个要搬嘛，有点麻烦。啊，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就像刚才说的，跟家里去也就是逛一逛，顺便买一点就算了。嗯，对。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 Costa 可能在国内最终也会跟山姆差不多。嗯嗯，就是服务一个小众人对，因为你如果在商品结构上是不可能超越国内的这种其他渠道。嗯嗯，对吧？ 那就是卖特色的东西，服务小。除非你特色非常有特色，嗯，但是这是很难的，没错。嗯嗯。那你说他的那些保健品算不算特色？你可以算特色，特色东西。所有品牌应该都其实，Costco 在国内还有一样他干不了，卖不了药。它不是药，它是保健品。我就说药品。鱼油啊。对保健品他能卖啊。对。我说药品在国内就像加油一样，他干不了这件事儿。对。其实药品利润是非常高的，而且复购率高。他应该能卖吧？什么药？卖不了，卖不了吗？卖不了，卖不了。 他拿不到 GMP。所以说，国内的 Costco 的 SKU 可能会更少。会更少。美国是四千，国内可能也就两千。你想啊，咱去美国，他那个非处方药那个那个区域很多人的。啊，都是那个买药的。而且你看他那个购物筐，我又又好事，我这我站在美国 Costco 门口我也数了，嗯，大多数人的筐里都有药，维生素啊，什么那个褪黑素啊。褪黑素不算，我说的是 OTC 的药。 啊，处方、哦、药，比如说咱买的这个抗过敏药，抗过敏药啊，然后这个止疼药，啊、<抗>卖的相当好。而且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药品市场这个东西利润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对，它那个利润，我觉得它如果控制在，即便是它控制在百分之十，嗯，由于它出的量高，其实如果我们按平效来说的话，因为它走的量大，嗯、它这个药品这个坪效周,周转率是会非常高。 但是在中国他干不了，嗯、对，对吧？对，嗯，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刚才我又补充刚才他那加油那个问题啊，补充在中国可能干不了，咱聊中国特色嘛，呃、就是干不了的事儿，对,对吧？对。 所以就是就是这个 Costco 就是除了前台就卖的这些东西以外，它就后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性的这些一个产业。嗯，比如说它卖药，它制造业就不说了。你说它卖那个生鲜，它是自有养、嗯、养殖场、养养鸡场的，就是供应链嘛，这是。对，他是会觉得我从别人那儿一直进货不划算嘛，然后他就、嗯、因为就就自己干个养鸡场，养鸡场，他、嗯、自己是有酒庄的，也就是这些都是他那个所谓的科克兰那个自由品牌的产品嘛、啊。对的。 对，嗯，就是他觉得供应链可能就像刚才猫叔说的，供应链我觉得不划算，对，跟不上，那我就自己干吧，自营嘛，对啊，我就自己干，嗯，就好了，因为我足够大的量，我我这这件事儿呢，供应链又不鸟我，对，那怎么办呢？我自己干吧，对，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它在国内能不能做，也是它的一个门槛，这个我相信能做，是可以，我我持负面看法，是吗？因为因为中国还是那句话，中国是制造大国，嗯，就是我们对成本和规模这个跟美国是完全不是概念，那就更容易做吗？ 不，你重新的话，你重新自己做，但是你很难很难有那么大的一个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如买现成的，对，去现成贴 V 因为有足够多的供应商让我选。这个这个就跟现成的话，它不有成本吗？你自己养鸡也有成本，你花钱买，你还跟自己做，那能？那不一定呢，不一定，有可能有成本会高很多。它规模呀，对，你就跟美国成本的一一相比的话，个就有可能，对对对，这个我同意，这个啊，这是有可能的。对，即便有可能是，即便你。 就是在国内的这个销量达到美国同样的，就 Costco，嗯，那你可能自营也没有像第三方采购更更便宜，就完全可能。中国太伟大了，这这个电商这个。对，这跟电商没关系，中国供应链、供业链、制造能力，对对，这个太可怕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Costco 愿意进中国，是不是也看上了咱们的这一部分？ 哎，<驶>这件事不要着急，我们有场外嘉宾要发言。嗯、哦，啊、呃，我们的这位场外嘉宾呢，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友都知道这个人。<laughs> 我们这位嘉宾呢叫张磊，就是写大玩家的，写大玩家，嗯、大玩家张张磊。当然，他其实同时也是高格证券的创始人。嗯、他那天给我反馈，就是因为舒淇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个提纲嘛，所以他特别有兴趣，说我一定要参与这期节目。嗯，呃，一开始说呢，可能会给咱们的。 听友带来一些奖品，比如说你参与互动呢，嗯、就送你一股 cosco 的股票。嗯嗯。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从技术实现上和这个金融这个法律的处理上，可能有一些复杂。对你，所以我们说银行卡是有一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我们说这件事儿等一等，但是并不妨碍啊，他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去发表一下他对这件事情对 cosco 的一个观点，大家可以听一下。呃，他刚刚发过来的录音、嗯。各位津津乐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格证券的创始人张磊。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舒淇说要聊一下 Costco，刚好呢，我们高格证券的精选公司列表里也有这家公司，所以简单交流之后，舒淇就建议我干脆直接现身吧。在此，首先感谢舒淇老师和朱峰老师。那我对 Costco 最初的印象呢，其实来自于查理芒格，芒格号称是死了都不会卖掉 Costco。 但在进一步研究里面呢，我发现虽然一样是做超市，Costco 和沃尔玛采取的业务模式完全不同。这个是不同的结果就是，如果你去看 Costco 的报表，会发现 Costco 每年赚的钱和他们收取的会员费用差不多。某种程度上说呢，Costco 卖东西居然是不赚钱的。 也许你会问，这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生意呢？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出色的生意。就通过会员制，Costco 和他的顾客形成了一种深层次的绑定关系，于是生意的模式就变了，就从利益对抗的两方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如果大家看这几年美国的一些大牛股，会发现很多都用了订阅制，比如说 Netflix。 微软的 Office 三六五也是这样，从一份份卖软件、卖 Office 软件，到每个月微软说你只要付钱，我就给你用最新版本的 Office，到现在微软的市值已经比苹果和亚马逊都高。我们回到关于 Costco 投资的话题，一般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个很好的生意，自然就会想，这个公司有没有上市呀？这个公司的股票值得投资吗？但我想说的是，投资其实是个长期的事情。 不管我们看到 Costco 在上海开店有多火爆，不管后来媒体上说大家在排队退会员卡这个事情有多冷清，这都是短期的事件。对于 Costco，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家公司基本盘还在美国本土，这家公司未来的生意还和美国的经济状况、消费情况息息相关。 如果大家想要在国内找一个接近于 Costco 的公司的话呢，我建议还不如研究一下拼多多呢。不管是 Costco 还是拼多多，呃，他们都是高格证券的精选公司。大家在苹果的应用商店和应用宝里搜索“高格证券”就可以下载到。高是高山流水的高，格是不拘一格的格。希望大家用的开心，谢谢大家。哎呀。 强势硬广啊！他那格格证券还是不错的，就是你在国内想买美股，其实对，可以通过他们去去去做投资啊，海外投资这些事情对对对，你几乎是自己没有办法。这个回来我会请张磊过来，咱录几个整期的节目，就是我们还有理财课这个系列嘛，回头也可以让他讲讲这个美股投资啊等等这些事情。当然，今天这个我觉得最我最有感触的是张磊说的这件事情，就是说。 在中国，可能这个 Costco 这个角色应该是拼多多。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猫叔可能对拼多多的研究比较多。嗯，猫叔是非常认可拼多多的。对，然后张磊也说他自打用了拼多多，开始买了拼多多的股票。啊、嗯，我是没有用啊，<好>不知道他。是。我昨天刚开始用。嗯，哎，这个他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嗯。他现在可能还是有点距离。嗯、他是什么方向啊？到底是？就是他也是在呃。 和一些比较优质的供应商，尤其腰部的嘛，嗯、就是他可能在市场上名气不大，嗯、但东西还是不错的。嗯，然后去帮他去做产品的销售，以低价高动销的方式来做，嗯、这个这个基本方式跟 Costco 是一样的。嗯嗯，对。嗯嗯、他可能有的因为电商嘛，有的因为不方便做，比如说生鲜，他做的相对少一点。嗯<对>嗯嗯,嗯。而且拼多多是不是看的更是中国的中国的那个更大基数的一个群体？呃，无论怎么讲呢，就是所谓的下沉市场嘛。呃 不论怎么讲，中国市场的这个空间肯定是远远大于美国的。嗯嗯嗯。啊、嗯嗯、不，它也不一定完全定位于中产，嗯、因为实际上，因为渠道下沉以后呢，嗯、呃，不管信息也好，对商品流通都不是问题了。嗯嗯嗯。嗯那么可能你在偏远地区都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所以，拼多多它已经不是我当年印象里那个只卖假货的拼多多了。是、啊。 其实他卖假货的时候，你也没用过拼多多，你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他有自己有的这一个品牌的一个印象，所以说我对它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嘛。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它除了这些假货，那可能是一些噱头。因为你只要开放到三方三方店铺入驻，嗯，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种问题。就在淘宝早期啊，都京东都会都会出这种问题的。嗯，对，嗯。 那京东不也是卖过假酒嘛？卖过假茅台。对，其实不是京东想卖假酒，还是供应商做货了。嗯，也是供应商在做。但这个东西对平台来讲是一个矛盾的，因为要么你就全自营，对，像网易严选，肯定没有什么假货嘛。对，只有山寨货，没有假货。然后，无论是网易严选的冲动用户。对对，然后要么就就开放，开放 SKU 宽度就很大，竞争就很很很充分，但是也会引入一些。 东西出来，因为平台的策略都是跟着出现的情况来调整嘛。嗯，那就总会有人去钻平台漏洞嘛。嗯嗯。拼多多现在的 SKU 大概是多少？一般像这种平台的 SKU 肯定是百万级以上的。这么多呀？对，肯定是这样。那它不能叫做精选 SKU 了吧？啊不，它有，它肯定有一些商品通过就是千人千面的算法也好，或者特定频道也好，会给你推、嗯、推,给推出来给你的。啊、嗯。比如说一些特定品牌的旗舰店。啊、嗯。啊等等，它有这种。嗯。 对，因为解决这种说，呃，商品适合你来浏览选择，肯定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你可以试着把你经常买的东西在拼多多找它的旗舰店，嗯，然后看看它的一些商品组合是不是足够性价比。后来我可以试试，我还以所以这期节目本身聊 Costco，最后变成聊拼多多是吧？对，这这一类电商特征都是一样的。拼多多它定位的人群跟 Costco 其实都完全不一样。嗯嗯嗯，对吧？Costco 的话，它就是中产。 很很清晰，不是这这件事是这样。如果还是像张磊说的，如果我们看基本盘的话，c o s c o 的基本盘在美国，嗯，就是它定位的是中间那个群体，对，就是人数最多的那个群体，对吧？但是在中国，可能人数最多的那个群体，你刚才说中产有两万，哎，有两个亿，对吧？但是其实那个三四千，那个那个十个亿是在拼多多上面。对对，这个我是同意的。然后为这些人。 所以他们定位的都是那个最大基数的群体，但不一定说是一样的群体。嗯，对，就这是一个我们从商业角度去去看这件事情嘛。所以是目标定位不一样，但基基本的这个机制、逻辑机制，可能或者实现方法不一样，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线下嘛。对，你像拼多多这种千亿级 GMV 的公司，它不可能定位一个很狭小的。是的，对，所以它尽可能要下沉嘛。现在都在讲下沉，其实也是这个概念。嗯，对，对。 二零一九年最火的是这个词儿 <laughs>，互联网对互联网太高大上了嘛，就是之前都是在一二线，嗯嗯、但是我们嗯前几天其实这个我想放在乱炖里聊啊，这个 CNISA 的最新的报告出来了，中国的互联网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八点七亿，嗯，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上网了，哦，那基本很高了、哎、对。对，拼拼多多的用户多少？<laughs> 好像好像很大，嗯、我记得这可能得看一下财报，我没看过，过亿吧、嗯？对，我记得好像很大，嗯、对。 抖音用户的话也是大概十个亿，嗯嗯，嗯十个亿啊，它有重复算的哦啊、嗯，对，这个不能乱一块儿算，但是互联网渗透率，当然这是一个参照值啊，可能会比较高，可能会比较低，但是这个互联网渗透，我会看到已经超过一半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能说简单的去看我的用户在哪里，而是看那个最大基数的群体在哪里。嗯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你要想，这个 Costo 它就只服于服务于这个美国啊，美国现在几亿人，三亿人，嗯，对吧？它只服服务于这个不到的不到一亿人，嗯。但是它的忠诚度是很高的，百分之九十的用户。拼多多的忠诚度也很高啊，嗯，对吧？很高吗？你你你用户粘性不样。用户粘性非常高，它看你基于什么来考虑。嗯，对。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人可以在拼多多上买所有的东西，对吧？就像刚才就说的，不一定哎。你觉得可以得？对，我觉得这可能得查拼多多的数据，看一下它的复购率是多少你。你愿意去拼多多，你也不愿意去淘宝。我告诉你，中国就像我们那期聊电商一样，中国还有很多人连淘宝账号也没有。对，因为我觉得淘他,他能做淘宝都可以做。没错，但是那些人他就不会用淘宝，因为他觉得购物车麻烦。 他不可以改，这就很难了，这就很难了。嗯，就是说这个这个现象吧。嗯，对它更多的，我做这个产品，我非常明确，就是面向这个下沉的这个大基础市场。这个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市场足够大，对，所以它能容纳的业态也足够多，公司也足够多。嗯，对，这个市场太大，很多就很容易被垄断嘛，因为对，因为它市场相对比较小。是是，这也是 Costco 为什么能做到沃尔玛之外的美国市场第二的一个原因。嗯，对。 在它的来讲，可能八千万就很牛逼了。对，在中国很多领域其实都是有充分竞争的。对。然后除了一些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这个被强制垄断的之外，嗯、其实大部分市场竞竞争都是很充分的。嗯嗯嗯，对，嗯。嗯<对>还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Costco 是没有这个，呃，之前是有一个京东的旗舰店，嗯，天猫，天猫，啊、呃<猫>，有有天猫旗舰店，但是它这个现在 Costco 的一个短板就是说，你得去。 你得去开车去，嗯、然后全家才能拿得动这些东西。嗯，但是我现在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嗯，Costco 和山姆在国内是有它的一些局限性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嗯、呃跟电商现在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冲突。但是它是否可以利用电商的优势，然后自己去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合作？是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性。就是利用电商这个渠道去加强我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对,对，就是说你可能你身上有短板，嗯、但是电商跟它是互补的。嗯。 这个怎么能做更深入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后他们也在探讨的一个方向。你看山姆，山姆现在这一部分就是实验的已经很好了。嗯、山姆做的就比 Costco 要好一点。对，山姆它第一，嗯、它是有自己自营 app，自营 app 现在是呃可以做做到自自有配送，然后它还是嗯极那什么极速达，嗯，对吧？它在那个半径几公里的这个选、嗯、半个天津市，一个小时可以送到这些生鲜，嗯。 支持做的非常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它收运费，大概收运费的话是满满多少，满九十九可能它免运费，然后要么要么就会收十五块钱。嗯，然后但是它是有那个京东旗舰店的，京东旗舰店的话，你虽然说不如 App 里的东西这么多啊，因为 App 里头会有一些什么全球购、一海淘，嗯、它但是它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能够基本覆盖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嗯，就是说你主要用的那些东西的话，你在线上。 是可以买到的，而且它跟它的会员机制绑定的也非常好。对，山姆的旗舰店，你是、嗯、呃京东。 在山姆买，你是可以绑定山姆的会员卡，然后享受会员价。对你如果没有会员卡的话，你你也可以买啊。但是，我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不不不能比比较高，就是说以一个市场价格。对对对。对，但是你要会少确实高不少。市场价市场价跟市场差不多的价。对对对，差不多。反正我看山姆里面的东西基本要比市场差个十到十五。百分之十对对对，是山姆自己的价格，如果会员价会便宜百分之十到十五。对，但是它反而利用了京东的优势，京东优势是什么？ 就快配,、嗯、配送，它虽然是从北京配送，嗯、但是你是可以就是享受京东的那个配送规则，对你也可以到第二天就到，嗯、你也可以去免运费。嗯嗯嗯 对，我还可以用我 Plus 的免运费的券。而且之之前山姆的会员卡是跟京东 Plus 是有个绑定关系的嘛？嗯、你可能同时买京东 Plus，的它有它有促促销。去年的时候，对加一起的话是比分一百九十九，1> 1 99好像两个同时是一年的。对，像我们这种京东的付费的会员用户和他这个也是同时是山姆的会员用户，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嗯。 比如说那个猫砂，就是、我就可以直接从天猫上去，那个那个京东去买，我就自个不用搬了。<对>它是你京东，但是我也享受那个价格。对你京东的，就是说你你山姆的价格优势和京东的便利性，这是取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嗯、在我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跟他的会员体系也没有冲突。对，嗯。反而他们两个人虽然说之前从了竞争关系变成了一个合作关系，嗯，这个反而这个业态我觉得变成更健康了、嗯。嗯嗯。 现在 Costco 还没有走上这一步啊，因为刚进来嘛。c o s c o 之前天猫店的话，大部分都是这这点要提示一下，沃尔玛是京东的股东，嗯，啊有这层关系的，投资了。所以说，你看沃尔玛的人，他就很高瞻远瞩，他可能就知道项目以后会用到他这些东西啊。呃，我觉得高高瞻远瞩可能不在这儿，是是是在于说他可能更看好中国的这个电商市场。啊，所以说 Costco 以后也可能会跟天猫合作嘛。 他现在已经在跟天猫合作了呀，嗯，所以一个选 le, 一个选 Costco，一个选选选京东嘛，嗯，就是大的受商进来、啊、<对>不得不站队是吧？所以说你你现在咱们讨论的是 Costco 能够能否在中国这同样行得通这条路，嗯，对吧？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山姆，嗯，山姆一每一家店活的很好，嗯，每一家开一家不差，嗯，对，不差。第二。 他已经跟中国自有的一些特色的这些电商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嗯、他只要照这条路走，我相信 Costco 对他的东西形成一个互补，对他的短板。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 Costco 只要是不出错，在国内不会说有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山姆能火，他就能火、嗯。嗯嗯。但是能够能够是否能够像那个样子那么厉害，成为比如说市场第一、第二，嗯，那可能是一个问号。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嗯。 毛叔、哎、<就>又不同意我了。毛叔同意啊，<laughs> 他说任何一个市场都有他的空间嘛。对，但大家可能不会说那么大嘛。嗯，对,对,嗯对他死不了，我是这么觉得。嗯。 嗯，这个这个利益突然变成能不能做得好，变成了活得了还是死死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怎么怎么因为很多人不看好这个模式啊，嗯、不看好这个东西，嗯、就可能这两天就冷清啦，嗯、可能会关门啦。啊，我觉得这个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他肯定是能活下去的。我觉得大体上可能会跟山姆差不多一个状况。嗯、我我觉得是我比较同意魔术这个。山姆正经活得挺好的，他那个礼拜咱去的两次都是晚上，下班以后那个停车场那么大停车场满了。 对，没有没有地儿了，嗯,嗯,嗯人排大长队，嗯、<对>确实正经是不错的。就是它是作为一个有特色的超市嘛。 对，有特色，但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么大一个市场里，它是比例非常小。对，那可能就赚不了多少钱，可能可能最后觉得。所以刚才张磊说，我们从美国的基本盘去看 Costco 比较正常，我觉得我这个是我同意的，觉得美国确实做得好，但是在中国能不能复制美国的这个成功，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因为就是较传统超市啊，我们不讲 Costco 或者山姆会员店这种方式，其实很多地方。 呃，本地超市，嗯，做的也是远远比沃尔玛或者家乐福这种好很多的，嗯嗯，嗯就是因为几点嘛，第一点它的可能商品陈列或者商品选择更适合本地人，对，啊，然后本地人习惯，动销,嗯、动销就非常好，嗯，所以这是个正向循环。我看杭州的沃尔玛就很差的，沃尔玛我觉得在全国可能都挺差的，现在，对，嗯，哦，普通那超市哈，啊。 我说杭州浦东浦东哪个沃尔玛啊？我浦东那个沃尔玛。我说的是会员店，还是说是普通的沃尔玛？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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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玛。那其实跟家乐福面临的困境同质化太严重了，对。对，就是它其实很难做出特色的。对对，但是山姆也好 c o s c o 也好，很容易做出一个特色来，所以我能活下去，对吧？对？它是有一个有差异的东西，对对，它肯定会有自己的受众，有品牌忠诚度，对吧？这个这个东西就跟优衣库是一样的。对。 对吧？我们觉得优衣库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很多人就很喜欢优衣库。对，嗯，就看他就看他这些受众的这个消费能力是否支持他这些运营成本呗。没错，对吧？市场只要人足够多，人足够多就可以。就就如果每周末都排大长队，我觉得他就能很好的活下去。在中国这市场，我觉得不太会。我觉得可能按评价来讲，最终可能会接近于我我那个上部会员店差不多的。嗯嗯。 山姆的平效是大概多少？不能看美国，你看中国的。哦，对对对，咱中国咱不知道，的数据没有单独公布过。对，数据。呃，美国的 Costco 的平效是一点三万美元。嗯，山姆的话呢是七千五百多，差一倍。对，嗯对，沃尔玛沃尔玛的话是三千多。但山姆但山姆会员店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包子。 嗯嗯嗯，对，如果他是仓储，是他其实在国内三浦会员店其实也不是完全仓储，嗯，对，他稍微还还还像正常仓储，对对对是，他没没有这么，他注定的客单价没有那么高的，嗯嗯嗯，cosco 那家是一抬头，我觉得从底上到顶上，但是在上海那家怎么样咱也不知道，没有去看，对，以后那个 cosco 可能会成为一景。 嗯，到了上海先飞虹桥，然后就去。我觉得可能是短期的，短期可能是短期的，长期平稳。等这个平稳下来之后，才能看出来真正的一个状态。咱们现在评价还是有点为时过早，为时过早，为时过早。其实天津那个山姆刚开业的时候，山姆的一开始的其实好多的品类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它是有改良的。它调整，不是改良了，是本地化了啊。这肯定要本地化了。它有一些之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买不到了。嗯。 它 app 上还能买到吗？啊，app 上还能买到吗？嗯，也买不到了。嗯，后来我有个，比如说是什么？就是我当时经常在那儿买一个 Dollar p a p p e r、嗯、那个那个饮料、嗯。啊啊啊啊！没了，现在再也买不上。哦、还有以前我爱买，它那儿有一个自己品牌的一个番茄汁。啊、嗯，从一年前就再也没有过。嗯嗯，我开始以为是季节性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后来我有个朋友，嗯、有个大。 高同学他们也去经常去，他也是在美国。完、呃，他说他那儿经常喝一个果汁儿是 T R O 什么一个品牌的，反正开始有，后来也没了。后来他直接去找那个 s 姆天津的那个经理问为什么没这个货品了，他说可能一开始那个整个供应商换了。 换成尽量都是找本地化的供应商。其实这就是一个悖论嘛，就是你优化到产品结构，优化到跟本地超市很接近的程度，对，同质化了就对，没有太大优势。但是你不优化呢，可能成本又过高。嗯，就可能动销不好嘛。对，大多数人大多数人不买。你像你那胡椒博士，反正我不会买，多难喝呀！哎呀，他可能也可以进，就价格贵，价格贵就没人买，然后他就就不合适，那就卡车就平效不行。对，但他卖的可真是不贵。 就跟你在那个京东啊、或天猫上就找没人能接受，你就不如放上可口可乐，所以就会有一些那个高端超市嘛，细分的高端超市，那全部都是一些对高端的一些。对对，我叫博士绿叶子就有，嗯，对吧 o l Pepper，你像挺好喝的。这个可口可乐也是从 Costco 下过架的，就是说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供应商别说别说 Costco 山姆只有这个迷你罐的可口可乐。 没有正常罐的，没有吗？没有，只有二百毫升的，只有二百毫升的。我没有从来没买过可口可乐的山姆。对，因为咱这录音，我就去山姆，像扛两箱可乐，后来发现只有这个迷你罐的，没有别的包装的。对，嗯，就是无糖的这种，就它确实是没有办法满足咱全部的要求。是的，对对对。但是确实是你去那，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偏向猫叔这一边了。你知道。啊？你觉得他？ 但是，如果他在天津开一家，我肯定还会去啊。就是还会办卡吗？对，那可能就我这个特别有意思。那这个时候就面临抉择了。嗯，我办山姆的还是办 Costco？对啊，我肯定不能两个全办嘛。嗯，嗯如果如果天猫也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机制，你会办吗？会员卡得看东西，抛开品类的聊事情都是他流氓。 还都是韩流氓，都是耍流氓。<laughs> 那那你会三家去做对比什么？那你的这个决策成本又高了呀？<laughs> 不会的，不高啊，不会的。其实你习惯了这、就是、一条路径之后，<对>其实决策成本是不高的。嗯、对，还是那句话，<对>就是你真正需要 SKU 本身是不多的。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你这还是在选。嗯 你还是一个选，你不自觉的还。哎，不重要，这个假设都现在还不成立呢，对吧？<laughs> 对嗯，假设还不成立。其实、嗯、那个上海的那家 Costco 跟山姆就离得很近，嗯，我就很想知道他们那些人是去山姆还是去。就是我也特别好奇这个问题，最终还是会就是多少退卡的，等稳稳定以后吧，稳定以后。美国它的续卡率是百分之九十，但是在中国这个数字可能就到不了这个这个数字，对对吧？然后、嗯、续卡率是全球的续卡率。 就是都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会员的续卡率。对，在中中国的话，你就得去看了。对，起码一年之后了。所以现在还是那句话，聊这个事儿呢，谁成能不能成，谁成，或者是他是怎么成的，这个事还为时过早。嗯，对吧？我们还需要再看。那，嗯，今天这个节目是什么目的？今天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比较新的这个业态，哎，业态模式，大家都觉得，哎，cosco。 这个为什么抢成这样，或者为什么还有，对它到底好在哪？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机制？然后它能不能在中国去生存下去？跟这些电商有什么样的差异？今天其实咱主要是给大家聊这件事儿。对，嗯，因为我们很多听友并不是生活在一线城市，而且很多人去没去过 Costco，也没去过山姆。对，所以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一个业态，这才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哈。这期不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商业访谈节目，它那会员卡山姆的和 Costco 的都是全球。 通用对，都是全球通用，而且中国的都是全球最便宜的会员费。对他打完折一百九十九啊，美国是五十五刀，六十刀吧，五十五刀，五十五刀啊。对，上面也是，就是之前最便宜的好像是台湾的吧，Costco 的会员是当时我差点买，后来想想也一年去不了一次美国，对，我我也是纠结过，算了，就是你去的机会机会不多。对，全球通用的一点反正是比较不错。那他还是得。 支持足够多的电、嗯、啊！其实你知道这个，咱如果聊回这个话题来讲，你你知道他这全球通用本身是违法的吗？因为你的数据存储在一个境外的服务器上了，他才能做到全球通用，对吧？啊，GDPR 对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法律和欧洲的法律，我觉得可能都会踏上一点先，嗯、我不知道他这是怎么处理的。嗯嗯、对，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处理的这件事儿。嗯，对。 有可能只是一个卡号，它有一个校验机制，但是这卡号我不是存在数据库里的，只不过我只存记只存你的购买记录就好。你在美国买的，存在美国服务器上；你中国买的，存在中国服务器上。但是并不校验这个卡号本身，不做实质性校验，也就是没有一个数据库去存。它可能存一个校验码，一个校验规则，对吧？嗯，它就跟根据卡号来路由嘛。嗯。不知道。 这件事儿很难，就是跨境的这种路由去保存数据，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成本还是蛮高的。对，哦、所以不知道在 IT 的，哦、不知道因为它量大，就不知道在 IT 的层面是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 <对>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这、嗯、是另外一个话题，<laughs> <对>放乱炖里聊吧。<laughs> 行，那我们这期关于 Costco 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是“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津津乐道播客。好，那我们的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拜拜。